新闻媒体先生、女士、本会同仁，大家早。今天是4月28日，星期四。本日的议程是由农业局、经济发展局进行业务报告及议员的质询。首先向大会做一个以下的报告。在此向各位议员报告请假单位及人员有市场处的李英正处长上午请假。由副处长代理。另外的话，农业以及经发局长分别介绍所属的人员以及业务报告。每局的业务报告的时间为10分钟，共20分钟。那依照我们本会的这个议员的咨询办法第3条第2项的一个规定，业务咨询的时候，各委员会的这个议员优先来做这个第一轮的这个咨询，时间为10分钟。第二轮的话，则部分委员会依这个议员的登记的一个程序来咨询该委员会的这个议员的这个咨询时间为10分钟，会该委员会的这个议员咨询为5分钟。那如该委员会的这个议员于第二轮的咨询中时到场主席会让这个该议员优先来下一位咨询时间仍然为10分钟那第三轮以后的话，依登记的一个顺序，每一个议员的咨询时钟为10分钟谢谢。好，请我们蔡英文议员发言。回应询问一下，处长处的处长是哪请假？什么原因？不是您讲要请假就准假呢？爱议员同意呢？你主席爱中立呢？为什么请假？报告，我跟那个蔡辉议员说明一下哈。那这个台南市政府有一个请假的一个公文来哈，就是说有关于那个市场处的这个李英正议员，因为要参加要参加那个监察院的一个检任秘书正式考试了哈。所以来特别请假了哈。我想这个部分，他又关于他未来的一个前途，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准他？偌久以前去考试的？不，他今天嘛，他今天9点半到12点半要请3个小时嘛哈。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之前的议长也有同意。议长有同意？对对对对对对，还是我要不要请我们？对啦，你嘛发一个，发一个台看嘛，来讲要开始，刚才开始啊，无恁讲的，我哪知？有公文是，先一波就对啦。对对对，早上。对啦，我想伊的权力吼，卖甲应用啦。无我个人咧，再想要来问伊咧哩，吼。无一波开去来，无要紧。侬即摆拢惯咧到，未轻松拢到5点半啦。已经形成一个惯例吼，即马议长换人做吼，大家拢较认真问，较早较凊彩，即马拢到5点半了。没啦，你较早蔡议员做认真问的啊。无啦，即马大家拢惯例到进步节为止，无一日到你无到5点半的啦。OK， 好，谢谢蔡议员。那首先我们是不是请我们农业局做一个报告？好。大会主席哈，是不是要先介绍我们同仁了哈？好，好，那我今天首先先介绍我们农业局的同仁我们是郭副局长啊，刘主任秘书，农务科邱科长，这个森林保育科杨科长，渔业科洪科长，接下来就是畜产科周科长。那我的左手边后面就是会计主任李主任，接着是农产行销科吴科长啊，农会辅导科吴科长，农地管理科张科长。动物保护防疫保护处李处长，渔港管理所所长，政风室陈主任，后面秘书室徐主任，
还有人事室杨主任，肉品市场方总经理，农产公司林总经理，以上我有关农业部门咨询的人员名单跟大家报告。大会主席大会主席陈议员郭副议长，各位议员先进，承蒙各位先进的指导跟督促，那农业局的各项工作都能够顺利循序渐进来推动，在这边特别表示感谢。就八月到今年三月的一个工作我摘要的来报告。第一，就是推动农产专区发展新农业，104年的二期作休耕面积3848公顷，较去年同期的4689公顷增加活化面积有841公顷。那地区特产的一个推行面积8324公顷，比较去年同期7679公顷增加645公顷，这表示说活化休耕地呢，这一个已经都顺利的来推动，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业生产专区，包括优质品牌米的生产专区、水果专区，还有花卉生产专区、蔬菜生产专区，总计面积有6635公顷，另外三。疫情蒸热厂芒果外销蒸热处理量达到728公吨外销日本跟韩国，那较去年的368吨增加2倍。另外辅导蓝营国际农产股份有限公司104年农产品的芒果、凤梨、柳丁出口中国大陆金额呢有1989万元，那也成长了4%。那么去年水果受到这一个台风影响减产，凤梨、芒果、文旦柚等水果价格呢都处在高档所以销售呢也非常的顺畅。那在畜牧源头的减废跟资源利用方面辅导养鸡场建立这一个鸡粪的流向处理还有推广循序堆肥433吨。同时呢，也辅导师傅的畜牧场完成畜牧废水再利用的一个输灌农田把这个畜牧的一个减废跟资源再利用做一个推动。此外呢，也辅导家禽场设立申请，有7场取得屠宰的登记，2场取得屠宰场的设立许可提升本市的电宰家禽产能。第二点是推动农村再生建设新农村这一期呢新增加有8个社区呢通过农村再生计划累计农村再生计划的社区已经达到65个，那是6都第一。那截至104年底获得农债的补助经费有9亿7000多万元，那这个来建设这一个农村，那因为农村再生的一个推动已经逐渐进入这一个第二阶段的这一个业务，所以未来呢将以农村六极化的一个精神，朝制度创新环境永续，还有人才培训、多元创新4大目标呢来推动。以及创造本市农村更多的整合行销跟愿景的实现。第三是吸引新农人从事农业，那从为了吸引青年从农经过透过各区农会招募新农人，到去年的10月31号，总计有678位新农人来加入，年收入100万元以上的也有87人。此外为了协助农民产品的行销，也建立社区菜市场台南的 EA 的一个销售平台跟全年福利中心推动农家直送
借由通路协助农民农产品的一个销售。第四是推动健康安全农业，为了消费者的一个食用安全，那农业局持续监测田间跟未上市农产品的一个检测工作。目前推动有机农业面积有406公顷，增加105公顷，有机农户有148户。此外，推动吉恩普产销班，那抽验田间试射的有机农产品235件，全部合格。抽检田间农作物残留检验130件，不合格的件数有27件，主要是因为没有使用推荐用药所以依照农药管理法来裁处。渔产方面主要是水产品的产销履历验证补助有305户，除去辅导台湾鲷通过 ASC 的这个鲷鱼养殖国际认证有9户，未上市的水产品质的监测抽检220件，包括有台湾鲷、丝木鱼、鳗鱼等等种类全部合格。那畜产品的方面家畜产销履历抽验17件都合格，产品的标示查核48件也都合格。那未上市前的采样抽检牛羊乳还有鸡鸭蛋这个药物残留不合格有4件，那合格率也达到95%。那肉品安全卫生方面查缉违法屠宰的这个部分，那么有查获6家业者，那这个违规施宰跟储存鸡有129公斤。那第5是珍贵树木跟生态的一个保育工作，那我们还持续落实这个珍贵树木公告的列管的有4棵，办理这个树木的健检检查有118棵。那在湿地保育法跟海岸管理法这个公告施行之后，那么在湿地跟海岸的保护都定有明文，那未来在明智的利用情形之下可以达到这个生态生产生活3生目标。第6是南花生技园区的开发管理，那南花生技园区总1到5期可出租面积96公顷，共有80家的业者来签约进驻，承租率有98%。那另外在蓝展的方面，今年办理国际蓝展参观人数达到22万人次。那第7是农医路的灾害复健工作，各项工作都依照如期在推动。那第8是强化沿近海的资源管理，主要是落实近海渔业的管理、核发渔业执照、船员手册，还有定期检查等等事务。另外，在奖励牡蛎养殖班回收科价的方面，我们也依照规定就是来做回收以确保这个海岸没有污染。另外第9是加强动物的防疫减少损失，前猫的保护跟收容，这个在动物保护业务方面农委会核定了我们。请给麦克风。到7亿多元。那1月份的这个寒害我们已经发放这个4亿6797万元，那已经完成了77%。那另外在今年2006的这一个赈灾救助这一个畜产的有121万多元。那以上呢，简要的跟各位先进报告祝大家健康愉快、平安如意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我们许局长接下来我们请金发局的方局长来做人员的介绍以及业务报告。
主席，各位议员先进，大家早。那首先介绍我们金花局的同仁，从我左手边这边开始，我们应副局长，王主任秘书，市场处的陈副处长，产花科的严科长，能源科的郭科长，工业区的徐科长，然后商业科的曾科长，投资商务科的林科长，还有工商行政科的林科长，人事室的蔡主任，会计室的林主任，秘书室的陈主任，还有政风室的陈主任，谢谢。大会主席陈议员，各位议员先进，大家好。金花局的各项业务，感谢各位议员过去的协助跟指导，能够顺利来推动，那在这边特别感谢。那以下针对本局半年来的这个市政重点报告如下。第一，有关工业区的开发更新，新竹工业区目前已经进行开发，并同步办理招商。那目前第一期的土地公告出售已经核准30家进驻厂商。那另外，为了要配合厂商的需求，一定在5月中旬会办理第二期的公告出售。那另外，为协助厂商租金不足的问题，本局也协调多家行库提供优惠贷款。后续将设置单一窗口来协助厂商相关事宜。那有关七股工业区的开发，目前依照内政部的决议修正补充土地征收公益性必要性之报告，那提送土地征收小组来审查，是完成审查之后再提报内政部企委会大会来审查。有关老旧工业区的更新，105年已争取到经济部的这个老旧工业区的经费，总共621.4万元，那配合本土的预算，本年度会针对山上、嘉里、仁德、保安、西港、关庙、白河等工业区做排水跟道路的改善。那第二，有关推动再生能源以及自来水改善的部分，那本市推动太阳能再生能源的部分，截至105年3月31号止，已取得能源局备案的总建是有2950件，那装置容量达到174兆瓦，发电容量21843万度，那相当于增温水库的79.43%的这个发电量。那另外配合经济部水利署办理无自来水改善工程部分，那截至104年底，争取3529万元施设自来水严管工程，解决134户无自来水的问题。那目前包括改善的工程，包括大内的马斗兰部落、左镇的草山里、东山的福佑宫等严管工程。那左镇的草山跟东山的福佑宫，预定在今年的年中会完工通水。那105年度自来水改善工程已向经济部专案申请补助，东山南势里严管工程总共1879万元，解决32户长期无自来水问题。那另外也争取132万元，解决永康民主路6户无自来水的问题。第三，有关建构商业环境，塑造商圈的魅力。那本局推动商圈辅导总共有19处，并成立商圈顾问团，进行商圈的这个诊断跟教育训练及开发商圈的文创产品等辅导措施。其推动的做法包括推动商圈故事行销的部分，办理海岸彩灯节活动及成大万圣节活动等5场主题活动，提升商圈的能见度。第二，协助商圈申请公部门的相关辅导资源，其中北门已获得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地产基金590万元的挹注。那第二，推动商圈现代化，提升店家服务品质的部分，推动双语服务的这个环境营造，协助建置双语化环境30家。另外，建置本市
特色料理、小吃及伴手礼等翻译，总共538项产品供店家来参考使用。104年金钻百家好店甄选，共甄选100家哦，百家好店及50家金钻好店哈、哦。那5年总共甄选1547家店家参与服务品质提升的计划。那金钻百家好店计划也同时获得2015年第七届台湾健康城市及高龄友善城市产业创新成果奖。一是办理商业整合行销的部分，104年的12月台南购物节系列活动，总共1275家业者参加，总营业额达到15亿元，总消费人潮达到48万人次。104年12月台南商展3天，总共吸引4万人来消费人潮，创造5000万的营业额。104年12月大兴营嘉年华吸引3.7万人次参与，创造1700万的营业额。那另外新化林货大街7天吸引19万人潮，总共创造2000万的商机。那有关市场活化及再造的部分，市场整修及更新目前已经完成麻豆、四山、归仁、和顺等整修工程，另外完成盐水美食城的改建及和顺市场结构补强工程。那目前义井市场结构补强目前办理中。另外有关活络市场促销的部分，截至今年已经办理9场，那完成19次市场的这个粉丝的专业，那也辅导47处公有零售市场成立自治会。那104年8月到累计至今已经办理6场交易训练、8场市场观摩。那义井4到5月还办理6场市场观摩的活动。那104年网友最爱的优良市集的选拔，那本市6甲市场、开源市场、新市市场跟斜甲市场获得全台10大市场的荣耀。那在104年的经济部传统市场经营热活市场提升计划部分评比的结果其实本市获得全国第一名。那第5有关健全产业辅导的部分，推动力能、推动生技力能、流行时尚产业，104年8月到105年3月底，总共增加23家，投资金额有7亿元。推动流行时尚，104年已办理流行时尚的研讨会，以及2015年流行时尚静态展览，总共20家厂商来参展。那另外办理生技流行时尚及优势产业的洽谈会，共邀请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7国22家买主到以台南80家厂商进行采购洽谈，创造11亿3300万的商机，将台南花名奖的作品媒合商品化。104年8月到105年3月，总共访视56家厂商，成功媒合23案。那在产业发展方面，105年将生产力4.0导入产业业者，那应用 3D 技术制造业云端化，提升产业的这个的升级跟转型哈。那在核定105年的地方型 SBR， 总共5704万。那目前在办理这个厂商的申请当中，台南中小企业服务团104年8月到105年，总共辅导55家次。目前推动的这个在地转型观光工厂的部分，目前签署总共有22家观光工厂。那有关工商登记及管理方面，目前103年底的话，公司登记总共34187家，较前期增加1208家，成长率3.7%。商业登记60719家，较同期增加1001家，成长率1.7%。工厂登记部分8902家，较同期增加70家，成长率0.8%。未登记工厂目前列管3061家，辅导合法化有14家。那临时工厂登记受理的1150家，通过核准的第二阶段核准的413家。那在有关办理积极招商的部分，积极办理招商排除投资障碍的部分，协助透过设置单一窗口推动积极招商的事宜，在104年9月到105年2月，本市总共招商吸引163件次，投资金额104.5亿，创造两百
11.4亿的这个产值，以及带动3461个就业机会。另外，加速会展中心的这个营运，目前本年度已针对环评跟基本设计进行设计。好，那另外争取中央来补助。那有关活化安平榜的部分，在4月26号，快递专区已经开始营运。好，那上河顺轮已经在105年3月30号起航，那丰泽轮已在4月26号起航。哈。那另外，为了协助企业创新筹措资金的部分，本市已经推荐具有创新的产业7家来参与这个创柜板。那目前已经台湾金属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跟车之轮已经2家登陆所谓的创柜板。以上报告，各位敬请各位议员先进指教，谢谢。好，感谢我们方局长。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进行这个 A 物的一个质询哈。那原则上就是10分钟哈。那如果真的还是有一些问题要在这个质询的话，我们就延长1分钟哈。好，对不起哈，因为我们本委员会是李文正嘛哈。那因为李远，跟你报告一下，因为。还来得及，是因为本来蔡依辉议员说，因为他有事情要先咨询，没关系哈。政党协商哈，还时间还没到嘛哈 ，OK， 那就请李文正议员咨询。多谢主席哈，像我请问咱分局长啦哈，最近安尼景气好无？当然，最近天气 有一些受到一些影响，有不少瓜，还有较无爽，以前遐尼好。像昨昏迄个文化局伫咧讲嘛吼，你像咱旧年啊，干那咱的门票的这个收入啊，咱就减真济啦。要是讲这个以各方面来讲啊，这个天气拢无好啦吼。像局长你头久啊，我有听你咧讲，咱有办一挂即个活动啦，是吼，也是讲迄个百家好店啦，吼。是。但是我感觉讲，你若像讲政府当时啊，因为政府咱开遮侪钱，请遮侪人啦，吼。啊，讲咱若要来办遮个即个活动吼，有当时啊，我感觉讲咱的政府办的活动。甚至还阁不如即个民间办的即个活动呢。哦，当时啊，人民间也免甲咱开着钱，啊，当时啊，人因办的活动阁会当吸引足侪人，哦，啊，阁有即个经济效益。啊，咱政府有当时啊，一挂迄个安尼啊，即个活动吼，大家阁开钱，啊，结果呢，即个人嘛真有限嘞，吼。我即摆要请教即个局长吼，像讲咱要安怎吼，从这个经发局嘛，要安怎让经济来发展？哈，这个局长，咱政府，因为阮一般啦做民意代表，阮干那听到的，就是差不多拢去咧甲人取缔啦，去咧甲人开罚单啦，去咧甲人罚钱啦，哈。啊，大家安尼，伫遐已经生意足歹做啦，哈。啊，咱万一啊，这个也要甲人客诈，迄个也要甲人客诈，啊，那去甲人客诈的时阵，带着哈，像遐安尼。咧掠相反同款啊，有当时啊十外个单位啦，吼、哦，啊有当时啊几啊十个人去咧开杂经这个店啦，吼、哦，啊你啊像讲政府吼、哦，咱唔着爱讲看会当安那甲饼做好大未，吼、哦，甲市场做好大未，吼、哦，大家是免伫啊腰紧烧硬啦，吼、哦，政府应该这个功能是安尼嘛，对无？爱开拓市场嘛，啊我即摆要问讲迄、那个。局长吼，你有甚物款的一个吼，要安怎经济发展？吼，你即马你给我讲较具体咧，即马咱面对即款的一个不景气，吼，啊，咱有甚物款的一个对策？吼，你迄、那个，你讲我听看卖者来。我议员报告吼，当然咱过去吼有一挂，当然有一挂迄个商业的促销活动，不管是商圈或是市场的促销活动，啊，当然都要有。有的讲好，比如好百家好店，其实我们百家好店的用意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提升我们的商业
吼店家的这个服务的水准啦吼，啊希望讲伊的服务吼能够来到你吼你的店，你的服务会当好。其实这个是提升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加强，对讲咱吼好选百家好店，还是一挂相关的厂商。我们都会帮他来先导，阿联网都要以员的跟我讲，其实我们目前就是因为我们今年要推所谓的智慧购物、智慧城市，所以咱起码跟四 G 业者去结合，我们希望说有一些能够透过透过四 G 的这个，比方说在网络上平台可以购买那这样子最起码能够扩展那个整个店家的商机啦。所以目前积极在推动所谓的四 G 购物的部分，啊，当然议员有咧讲当然。除了讲吼商业活动吼，我们其实也一直希望说吼在地的商圈，伊家己有法度办一挂活动，卖讲完全拢吼咱市政府吼来办。啊，他们有自主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吼在后面吼帮伊吼辅导一下。那这样子其实才能够永续经营啊。所以局长，我听你安尼咧讲吼，你嘛是变无步嘛。哦，我那讲啊歹听咧，迄个政府你嘛是吼。嘛是讲，嘛是拢遮个一挂迄个已经吼，拢差不多臭生气的遮个一个做法尔嘛。啊，你讲智慧购物，智慧购物，即马人民间人，即马大家，你迄个电脑你敢对人会着？现在就是说吼，由四 G 业者跟业者吼，跟咱的店家去结合，就是说他的产品可以上到吼，比方买 home 的平台。咱唔是讲吼，一定爱来到咱这个迄个台南市，才得有法度买咱的特色的产品。啊，这样子其实可以增加它的一些销售营业额。我跟你讲啦吼，这个局长你讲这拢是消极的啦。这唔免你讲，人业者人也足够做啦。即马就是讲，你政府你到底投入偌济这个资源？你今仔日你要安怎来帮助这个业者？要安怎甲这业者倒卡手？我会当予你去安尼。这个专心做生意，然后我政府正做你的帮助，我会当来排除你这个困难。若是讲甚至你有需要资金，我资金供应你，应该是安尼才对啊。敢是安尼？这个改元报告吼，资金的部分，我们有一个，当然有一个灰金锅啦吼，而且我都要讲，有一些创柜板，它如果需要有资金的部分，也是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平台，就讲有咱的信保基金，可以帮他融资，这是免迄、那个免设定。抵押品的啊，所以他如果有资金的需求，也可以向我们这边来申请。现在吼，你像讲咱的这个市场啦吼，因为去年这个登革热了吼，这个市场啊，伊的这个生意嘛，造成真大的冲击。啊是讲伫这个去年啊，咱发生这个登革热了后，就是讲好吃的一挂生意人啊，雪上加霜啦。这个厝楼阁有着透明户啦，本来景气就已经咧歹啊咧，结果阁再发生遮个一个代志啊，结果咱政府咱敢有讲啊，迄、那个我会当来甲你税金的减免，租金的减免，还是讲我来提供你，像讲你讲火金菇，诶，即款的一个即、这个租金的一个一个贷款，咱看不到讲政府你有虾米款的对策咧？啊，局长，市场的部分哦，其实吼，咱家园报告吼，咱嘛感觉讲吼，市场即卖哪来哪经营哪困难，就讲吼，因为即卖有一寡吼，不管是大卖场还是超市吼，吸引了一部分啊，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吼，迄个市场，咱希望讲甲伊个环境吼，整理用好些，然后我们会就是市场处其实在也在积极。办理迄、那个吼，即、這个市场的促销的活动。那另外某一寡透过网络吼，然后来帮咱市场内底业者来行销啦。啊，希望讲吼，咱吼市政府啊，甲摊商甲市场，大家共同来拍拼。希望讲，诶，市场会当诶生意会当吼，会当个较好啦。其实咱即嘛是拢咱努力个目标啦。即、這个传统市场啦，吼，即、這个是咱细汉的记忆啦。啊，这嘛是咱台湾的文化啦，草根的文化啦。咱大家咱老当时啊去个菜市啊，唔是干那买菜尔啦，嘛是一个社区的一个感情的联络啦。嘛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表现啦。结果的时阵，你亲像讲，咱本来这个菜市啊，这个租金，因为咱会当做的就是讲，我租金甲你减免嘛，对无？还是讲我租金甲你减较少咧嘛？我减轻你的负担嘛，我会当予你安尼啊，即、這个
搁再有较有一个迄、那个去做生意嘛，哦，啊，结果唔定讲你无甲减少咧，吼、哦，你即马你搁共起这个租金咧，吼、哦，所以对遮来看出来，就是讲今仔日应该政府咱得爱，吼、哦，我爱偏经费，吼、哦，今仔因为这个生意歹做，吼、哦，景气歹，所以我政府我来提供经费。然后我来给你斗三工，我来给你帮助，啊，让你会当去带动这个市场这款的一个啊，这款的一个发展，经济这个发展应该安尼才对嘛，吼、哦。这但是局长咱煞倒病咧，咱煞来搁要共起租金咧，哦，敢是安尼？我议员报告吼，当然议员讲的，就讲其实咱即卖经费拢用伫头的吼，伊、哦、迄、那个吼市场内底迄个吼迄、哦那个软硬体设备的改善啦，吼、哦。啊，当然，迄租金唔是讲迄个要家己起价啦。当然，即卖过去中吼，迄个不管是原台南市还是原台南县，伊迄个租金的算的标准都无统一啦。所以审计处的要求讲吼，啊，你市场要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啊，统一的标准就依照，比如讲吼，即个市场伊迄个土地的限制吼，啊，建筑物的迄个造价吼，啊，加伊的气味来算。啊，希望讲吼。吼、哦，市政府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当然统一标准了，当然针对迄租金内底有一些会有浮动的现象，而不是去调高啦。所以这个，所以局长吼，因为这审计处啊，这是迄个外行的啦，对，吼、哦，所以这迄、就是因为迄个审计处吼，这款的一个保守的一个啊，迄、那个官僚啊，今仔台湾才会变到这尔啊凄惨嘛。审计处还佫有一个面底皮，讲来伫遐讲甚物咧？咱连减一个租金，咱要来刺激这个景气的一个啊一个措施安尼，伊也咧摇椅。再给李议员一分钟。帮啦，啊，局长，哦，所以我希望讲台南市政府啦，吼，恁即摆恁忙用心计出来，伫咧做一个理由，做一个借口。今仔日我要安怎来发展我台南的经济，发展我台南的特色，吼、哦，即、這个我政府我会当来甲遮个生意人斗下手，吼、哦。而且再像去年的时阵，即款的一个登革热的一个问题产生了后，即、這个各行各业影响真大呢。你敢若像讲阮安平迄搭遐生意嘛，继续歹啊。所以，咱就要赶紧来啊！这个减免租金、减少税金，吼、哦，提供资金，吼、哦，安尼的时阵才会当来把这个经济起速回升啊！吼、哦，审计处还佫有一个面底皮，当遐来伫咧干涉咱的一寡，哈、啊！啊，你即摆你较把责任推予这个审计处，吼、哦，这个是唔对的啦，局长。好、哦，谢谢我们刘文正议员。那先跟那个唐碧娥议员说明一下。因为等一下要政党协商，所以就先给那个蔡依辉议员话，好，谢谢，好，请。诶，政党协商的过程中，那有议员同事继续问嘛？吼、哦，啊是最好，吼、哦，啊，阮雷老快开会了，搁起来，因为我开议期间，啊，咱国会长代理议长，伊讲要政党协商，啊，我们当然要遵照啊、哦、会长指示来嘛，吼、哦。啊！你时间能不能够开始讲？无要紧啦，无要紧哈。后人继续讲，继续讲，当然未无要紧啦哦。啊，唔能讲，不能讲，你敢看阮敢话讲下晡，就拢到下晡才去来去拜托主席，安尼唔好啦吼。咱、哦、先讲一下，因为开会阮是在协商，啊，恁教授有人议员提出工作报时间执行，那最好嘛。哦，啊，你我若起来，不能讲你个歇困，唔能讲。行业群，我跟你唔能讲，我讲会再讲。那无人讲的时阵，叫你开讲就对啦。不是啦，暂时和官员歇困就上跳。哦，好歇困。来只歇困就，你唔能讲话讲，一波刚刚来，安尼比赛啦。啊，但是你袂当歇困伤久呢。我知啦，啊，阮就第一。你袂当讲规波拢在歇困啊？对啦，阮甲主席报告是讲，看嘛，唔能讲，无人要讲，你就讲好好来。好啦，反正啦，无人咧讲哦。你歇困一下，会紧急甲你通知吼。赶通知一下，告知一下，我刚变起来安尼啦吼。好，主席，我时间无定来一下。好，来从。那个灯号，请从十分钟开始啊，拜托。局长，我经济发展局局长了哈。我唔知影在场咱坐各位这个议员同事的看法安怎啦？啊，我个人的看法，即我是管治合并的
以内啦，较早管区合并以前，乡镇市公所，即个市长、乡长、镇长，啊，拄着百姓咧竞争讲传统市场经营歹做，希望代表会当约束乡镇市公所讲租金卖起，普通拢会体恤民意去彻底了解。到底传统市场好做啊，歹做啦？可是，咱赖市长当然本就安尼讲，我支持一个新建厝的报告讲，这个传统市场可能租金上俗，上俗，恁经济可能地价，可能这个建筑物的价值交人口来调整。当然讲起来。新北市当地啊，恁就安尼想。我敢若按照管理员告进，看新北市的审查纠正报告，不管是管市长也好，无一个满四格啊，是人无一个满四格啦。今仔要讲，先来讲，较多啊，讲市场管理处长无啥见请假，我请假爱去走也无无多啊啦。无你甲想较合理啦。哦，当然，咱今仔在场足侪人。人口增加的都市莫讲，我的选区，我相信张世贤的选区也好，三民人的选区也好，含安平这大的商业区，传统市场去歹做，啊，你可以只一定要根据新建署的报告，一定要调租金一条20%，1903年，咱市长要选举的时阵，哎呦，我讲是安怎安尼新建署嘛报告讲安尼袂使，卡租金调降啊。一个选了，然后随调倒转去，佮即摆来佮调20%。传统市场，我伫请教市长，传统市场好做啊，歹做，你家己认知啦。哦，咱大家做参考。当然你，你毋是你决策个啦，好啊，歹你讲啦。当然，咱迄个传统市场爱看所在啦，对啦，我爱讲普遍个。为所在，好啊。你讲两重点，看所在好。有的当然是吼，因为人口啦，还是各种因素。为所在生意是较无好啦。老实讲个啦，我倒来你点出重点啊。你啊人口愈来愈侪，商业化吼，工商化大个所在，当然伊传统市场做可能利润有好啦。我敢安尼讲啦，我所了解个吼，因为我拢讲我来自西北啦，西北17区个传统市场吼，也比咱偌清个之前个用较好个。来，咱市场管理处长代理，来，负责。台北个啦吼，因大家来自不同领域，看法不一样，或是因讲个，也是讲安南区个，因不一定讲较好，因我无了解，我所了解是我迄个区域，17区个，所以台北17区你通知啦吼，中西以北，传统市场会比近大清的集情已经较好个，生意较好个，有无？目前看起来啦吼，当然。因为因为时间的关系，采访短缩了吼。我交恁这局关系也无歹，也毋是像讲迄个吼，够叫咱个两节，咱个国家耍吼。目前客房菜市啊，传统上伊生意甲合并进程比起来吼，大概差不多啦。差不多。系啦，应该嘛无讲歹到对啊去安尼啦。无啦，迄、那个副总，咱工作有爱较严谨些个，是差不多是，差不多是讲本来经营交发则同款，也是有较歹。啊，是歹偌济，啊是好偌济？吼，你嘛无，咱讲一个标准，有调有较好5%无？应该是差不多持平啦，吼。安尼负责你咧讲话，交我认知，我唔敢讲你唔对啦，吼。交我所了解，吼，最少我所了解，用阮17区内底，干咧家里才加200几个，新年加60个啦，吼。按99年12月30日到1804年12月30日这五冬。人口减16972个，啊！你想市场传统人口减去，佮会当讲佮咱新年交家里减点啊？无减，出来大家拢减，啊减去，人口老化，啊拢搬出去，人口底下无一定要有人口，拢做起遐济，啊佮无人，啊佮拄着大型超商，哦，啊佮佮有两个咱讲个，哦。做者即大商大型市场诶，你愈来愈歹做，
啊欠啊，你唔敢讲实在话，咱今仔日讲个无意思哦，因为你唔敢反映民意嘛。你做一个市场管理处的一主管的人员，你唔敢把事实讲给市长听嘛？你个敢讲白话啦？你敢等你讲市长要求意思？你唔敢反映百姓民意？哎，这电视有咧转播咧，安尼你就是白贼厝哦。明明台北十七区人口减少，传统市场愈做愈歹，啊，你讲差不多，啊，你数据对，数据对啦。你有根据无啦？阮逐日选举，逐日咧炸毁人，安尼恁讲差不多。喂，你故作安尼，无意思哦。你讲差不多，到底安怎差不多？小鸡拢差不多，你还啥差不多？咱台北个市场吼，因为咱传统市场主要是拢服务即个区域性个啦吼。我知啦。区域性个即个物件，因为本身台北遐个消费群大概拢固定。啊，当然有人口有减少，但是无论减少的情形吼，应该是对咱传统市场的这个消费者迄、那个年龄层吼，大概拢差不多拢伫遐，啊，所以唔再讲评估起来应该是袂讲差太济安尼啦。我们倒过去拢减去咧，啊，搬来才市内拢因为甚至合并拢走去咧，啊，人口拢减，我们倒过来一栋五乡镇拢减一栋乡镇，或减两三千，或减千外，啊，你讲差不多，你敢捌去问过啦？恁等于好无？等于问看嘛，你去大家市场去问看买下来嘛。因为阮咧选举，阮会去嘛。因为传统市场咧开会，叫阮去讲，啊，大家嘛爱去，要一个假讲假话嘛。当然，伊目的是欲讲工作金无利啦。啊，阮家己敏感度，因为老实讲，即、這个选举的人减去，阮人数会减去。你知嘛吼？阮会特地注意这数据。阮会去问啦，刚才讲，阮会去问，大家去，阮选举去行嘛。四人前去行，交四人后去菜市啊行，人差济嘛，这个就是阮的讲的，阮的经济嘛，吼、哦，无按母亲，阮会去分花嘛，对不对？哦，一个什么圣诞节，什么活动，阮会去菜市啊行行看看的嘛。有时阮会去讲，阮自己只去看一个问一个嘛。啊，恁无调查，恁用凭感觉的，这个是我感觉讲无理的所在。所以你即摆安尼管。我相信吼，当然，大家讲你要做民调，除非讲吼，我以为讲啊，讲安南区啦，吼，永康区啦，吼，哦，搁较人口增加所在，我真正无相信讲你讲传统市场比较早好做。台南市传统市场会长，伊嘛咧讲啊，无较好啊。你有认同？我这个论述你有认同无啦？啊，是讲你讲的讲差不多啦。啊，原报告针对这个情形吼，阮实际来做一下访谈啦吼，来统计，来原做一个报告安尼。你的敏感度是无够，你明明知影今仔日来这个问题足大，因为大家拢在争情，恁跟我执政啊，无你要搞安怎，我就无爱调，拢无咧管民意的反应，这个反应足久啊嘛，唔是今仔个反应呢，负责，恁还是不为所动嘛，根据这个新闻处的报告嘛，你唔相信，恁干来恁。政治化战局和新界处纠正的，我给你统计几项，你敢知？你敢有当做会到？无嘛，无市政府依按地方自治法规定，咱一个自治机关，咱会当做主嘛？对不对？啊，无恁一百零三年市长是经济上降一成，双疫情莫骗骗的，啊，双疫后我放过，你那降一成就是你的管理啊！你们算了啊，你个想回头转来好，那反正我来当选啊，我。骗票的，啊！我回来哦，无要紧啦，反正我偌清德是担心，佮做了我当选啦，安尼意思安尼呢？讲是安尼啦，恁有咧想讲民间的疾苦无啦？恁敢唔去行看卖下咧啦？啊，无安尼好啦，你啊，咱就直接吼，我有答应乡亲讲要讲啦，恁去甲调查看卖下咧啦吼，我拜托我的选区十七区，恁较科学化，给量化。量化你知意思啦？什么叫量化？你知？ Okay. 啊，无恁就派人去菜市啊，统计看卖下咧啊。哦，看要一个乡镇，一区叫一个去大菜市，去遐按人看偌济人，偌济人啊。哦，阮讲个你若唔相信，你可以试看卖下咧嘛。哦，因为阮这选举上敏感的，四当去行一届，较早交进，大志阮去讲过啊。跟人讲，我个人的主张，你就是爱唔通去遐济啦。难有恁去遐济，真个讲个。好，谢谢蔡辉议员。接下来我们请唐碧儿议员发言。好，感谢主席哈。那个我们农业局许局长，
我们动保处处长，这个局长，微信哈，先念一段报道给你听哈。嘉义县府违法超载，草菅至少42条狗命。原本是要载咱将军区，咱将军区有安置所吗？有没有？私人呢？私人的一个收养所。私人呢？嘿。啊，有收费无？无，目前无。私人呢？无收费。无收费，啊，有人捐助，嘿，有人捐助他。啊，有人捐助呀？嘿，对。啊，所以讲私人呢，讲将军区有一位。其他还有安置所。不是，私人的收容所，私人的收容所哈。有几位？40几位。40几位。嘿，对。所以，因上来咱私人家无收费就对了。无收费。哦。所以为着安尼吼，咱台南吼，这动保团体啊，真愤怒啊，去告嘉义县政府长期不作为。昨个暗哦，超过180,000人数啊，要伫后日哦，30号去台北。为这毛小孩走上街头，要求修法，针对虐杀毛小孩者，加重其刑。目前咱公立的犬猫收容所只有2位嘛，对不对？嘿，咱目前2位。园林甲生活嘛，嘿，园林甲生活。2位嘛，对不对？对。哦，有对哦。咱台南目前是推广临安乐死。是。超过安置数量，诶，这个犬猫，咱安怎处理？咱家只两位尔，诶，咱是不是不？加咱公立的两位尔，那已经数量容纳的数量有够啊，超过啊，啊，你叫伊去上一处理未吗？嘿，咱即摆是安尼啦，吼。咱迄个台南市家是临安乐死啦，就是讲吼，咱拢无咧扑杀啦，啊无咧扑杀。所以就是咱台南推广临安乐死，所以其他的县市全部拢变来咱台南。这吼，阮原来有函给农委会啊，甲各县市政府，吼，就是讲你要送这个狗仔来，你应当爱照会咱。哦，安尼就是咱才有法度做好管理。啊，像咱讲，咱市内遮吼，咱所有的这个狗啊吼，咱原则上就是讲，第一个给它绝育，第二个哈，我们尽量收，让人认养，好，可以做工作犬呐，是做农场呀，哦，啊，即摆村内，所以因上来，咱农业局、咱动保处完全拢唔知影。有叫，如果给咱智慧医生，有。但迄个处长这边才较知影啦，咱完全拢无统计啦，有的有甲咱通报，啊有的无。啊，所以等于讲啊，咱我歹讲局长，安尼因咱就是表示啊，表示讲对咱市政府、咱的动保处无信任啦，无信心，所以无甲咱知会啦，啊嘛对咱无尊重啊，啊是不是有人讲啊，咱台南市吼嘛是吼无重视啦？所以免甲你知会啦。这是阮一再向农委会反映啦。狗仔的问题绝对唔是讲单一吼，咱台南市的问题，这是全国的这个问题。所以一定要做好切。有电话讲，咱台南市犬猫管理哦及福利促进自治条例没有针对运送的方式列入管理。温先建议讲应该爱修正。要修正，有当你感觉有需要无？当然，这里好像啥动物保护，保护的这保护法哈，诶，其中哈可能哈有很多还是挚爱难行啦。啊，所以讲这里哈，我呢有需要讲哈，透过法律的一个修正，让这个整个迄、那个这里、個、这個、动物的一个管理维护啊，加收容啊，有一个整体系列的一个制度。啊对嘛，所以我唔好讲爱修法嘛，对不对？对，这个有一些针对咱动保处哦，在运送吼、哦、安置的这些犬猫，运送的过程如何？民间收容诶犬猫有没有 SOP？ 有没有有法可管吗？这些拢足重要诶，他们毕竟也是生命，对，是不是安尼？对。
所以我本就希望讲，咱针对咱台南市这全貌管理甲自治条例哦，福利之促进自治条例，咱来修法，将这运送的这个过方式列入管理，哦。好不好？好，我们要来做一个总的检讨。啊，有这样，认定啊哈，有一处的肉鹅厂，因为去年曾经感染禽流感，啊，去年哦已经爆发，富养的养殖场，今年又复发，21号已经全面扑杀完毕，有这样，目前咱台南市甲农委会。针对这个疫情，掌握怎状况怎样？咱这边就讲去年哈爆发了这一个禽流感哈鹅啊哈 H5 的。你们知影人，咱民众听到，咱拢唔敢去吃呢。对。本身安尼吼，去走摊看到迄个卖鹅肉店的吼，逐间都关门咧。普通吼，普通咱这边就民众会惊嘛？我这边就讲，唔敢去吃嘛。咱这边就无人客，当然关门啊。对。咱即摆就讲去年发生以后，咱都一直在做这个防疫的一个工作，包括护养的工作，啊，这难免有也讲也零星发生啦，吼，伊个护养过程之中有另外讲啦吼，日前吼，咱农委会准主委曹启宏接受采访讲吼，咱安全网还没有建立之前哦，这个产业吼重建太快，这一段话是不是刚刚检疫人才已经有断层啦？陈宝基前主委嘛，讲禽流感病毒已经在地化了，可以根除病毒吗？这根除病毒哈，这是要各方面的一个努力啦，包括这养畜的业者，包括对种的这个来源哈，啊，这拢总爱做起来。今年二月已经伫咧北河扑杀近6000只的鸡啊，对，全部拢是禽流感哦，会卷土重来吗？啊，所来是端午节哦，甲中原哦，普渡、哦，是不是应用到肉鸡、肉鹅供应价格是不是会居高不下？即卖目前哈、哦，物以稀为贵嘛，即卖是迄个鹅的富养哈、哦，速度哈、哦、无真紧啦哈、哦，啊，其实鸡的这个部分较无问题啦，鸭嘛较无问题啦，无问题，无，所以价格不会居高不下。对，不是，就是鸡。局长，你为你讲的负责哦。对，哦，对，有起价，我讲哦，啊，有起价。不，起价，迄有当时也是迄借款，借哈，因为借关系，小可有一个波动啦，吼。啊，你若假设讲真异常，当然咱是爱去防止啦。啊，异常是咩？你变怎做？我异常，那个有时候透过消费者的改变啊，就是讲你用其他，你叫伊叫我卖只，唔是你用其他，叫伊叫我卖只，无因为叫伊食猪肉，不肉类可以，不肉类可以选择的还蛮多啦，哦，有时候你那假设真的没有，啊，只有靠消费者哈。人咧普渡是爱普渡三星咧，三星的猪肉嘛会使吧？对啊，但是嘛是要鸡肉。当然啦，这是看每一个人的。咱农委会吼，黄检是伫咧这个月20号，伫咧细测而且湿地鸭科排泄物中检验出禽流感。而且顶个月咱农业局他推广吃鸭肉嘛，对不对？所以你会讲，一旦保证讲咱的肉鸭感染禽流感，比肉鸡、肉鹅低吗？有无？可以吗？喂，鸭是一种饱毒的。饱毒的一个那个家禽啦、啊，也波动了啊。那个去年的主要针对是鹅的，啊，鹅啊较厉害。啊，有滴哦，咱台南是全国啊，咱台湾全国养貂养殖最大产区啦，养殖面积大概1500公顷啊，产值差不多15亿啦，外销出国以美国、韩国、中东、甲加拿大为主啦，台湾貂以外销较济啦，但即摆咱内销的价格一直狂跌啦。咱台南渔获量嘛足稳定啊，应该是渔获量济的时阵啊。但是啊，即摆私母鱼价格袂歹，是因为之前寒害的影响，私母鱼损失大半，产量减少，所以即摆好价。但是有养殖业者预言讲，私母鱼的好行情哦，撑不到。
再给我一分钟。出现一波狂跌潮啊，然后给我音乐对策。说白了是咱台南市象征的美食呢。而且个咱的希望嘛，担心讲如果中国那终止哦，咱的气作私募哦，诶，这个影响终止的地方哦，诶，影响生计。高雄啊，弥陀某私募文化节，咱市政府是不是会当办类似的活动，过来推广咱私募的消费？有这台湾雕哦，只要是哦，价格啦贵了对啦，外销的订单就会转去较俗的中国甲东南亚，尤其外销到美国甲中东的这个市场，差不多拢无接到什么订单。伫这个效应下骹，目前咱台湾雕啊。大多数拢转做国内市场啊，即马要扩大内需，希望咱国人吃台湾雕。九月以后吃。好，谢谢我们唐议员。因为我有几位议员哈去参加那个政党协商哈，有蔡淑慧议员、蔡宜芝议员、王家珍议员以及杜淑云议员哈，所以他们的这个顺序啊就把它保留，然后延后哈。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请蔡宜芝议员啊，陈宜芝，对不起哈，抱歉哈，陈宜芝议员哈发言，谢谢。主席，然后改名，谢谢主席，然后改谁了哈？谢谢主席哈。我跟你讲谁，你去搞我改谁？你讲。谢谢主席哈，那个方局长哈，我想从我大概上一届的在当议员的时候到现在哈，其实一直在关心就是这个大台南我们地区的这个会展中心哈，是到底目前的进度怎么样？跟议员报告一下哈，因为我们在今年度已经有编列1900万哈。那1900万就是说，目前会针对，因为它的量体超过那个标准，说要做环评。那第一个是要今年要做环评跟所谓的基本设计，是、哦、所以目前应该在，因为这个案子，因为我们委托公务局在协助，所以在5月5号会，因为目前已经公开上网哈。那5月5号会来开标，就是说先做环评跟所谓的基本设计的工作。环评跟基本设计。那另外有开标，对，那另外有一部分我们是争取中央的监会这样子。是。那今年5月5号开标之后，就进入这个基本设计跟环评的这个部分嘛。对。那到底如果啦哈，我想现在在520民进党执政之后，那如果我们期待有经费顺利下来的话，是那到底最快我们预计这个会展中心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如果顺利的话，就是说环评如果顺利的话，我们一直希望在106年底哈，希望能够来动土了，希望能够动土了。106年底、就是说，如果顺利的话，那基本设计完了以后，那将来也要申请那个所谓的建造执照。是如果应该是106年底或107年初，希望能够来开始来动这样子。目标我们现在定的目标，一切都顺利的话，最快的话，希望明年底后年初可以来动土。对，那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如果这样子都很顺利的话，兴建的期间哦，兴建期间可能要到差不多要3到4年左右的时间才会完成。4年，对，所以可能107年动的话，就要111年。那2011。哦，2011年哦，2022、2021，就没有在考数学，就是111年啦，107加4就111年的时候，对对对对民国111年的时候，对对，可以来看到这个，可能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预定的那个时程大概这样子，当然这个时间我们希望来努力，也能够希望能够顺利啦。是，就是说当然是希望中央的经费，因为经济部已经报到我们的21的经费，经济部已经。先报到行政院嘛，那行政院也交给国发会来审查，那国发会还有一些意见，那目前经济部在补正当中，那我们也希望拜托，将来
那个秘书长，秘书长到行政院能够来协助，希望这个经费能够顺利这样子。我想有秘书长在，在我们的行政院，我想对于这个计划，他一定会给我们更多的支持。那其实要提升我们台南经济发展，其实一直没有一个会展中心，对台南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你就少了一个。少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大家可以来这边啊，不管是展览也好，或是交流也好的一个地点，我想这个是很可惜哈。所以从我想县市合并之后，市长也很关心这个议题哈，一直到现在。那当然也期待说今年有一个先编了一个计划的经费，那也期待说未来可以顺利的进行哈。那我想再请教一下局长哈，我们你刚才就说，刚才李文正议员在问您的时候，你就说，哎，我们针对经费部没有这个灰金钩的这个专案哈，可以补助这些中小企业一些经费。那我想请问你，从你这计划里面哈，我看你的报告里面写，104年8月1号，那到今天已经105年4月底哈，多少间？现在核准几家？应该数量多少？104年8月1号到105年到今天，我想已经快五月份，这样核准几家？我了解应该是我们现在核贷的金额应该有多少？五千多万。我问的是104年8月1号到今天，到今天呢？你家己这簿仔你家写的，你家簿仔你家写的你。我们在上下104年8月1号到105年3月20号只有通过一家，那我想今天是4月28号，也不会增加几家啦，可能就是一家是、所以大概十个月才通过一家厂家，然后他核贷的金额是150万。是局长你干嘛啊？那对咱中小企业有什么倒啥讲？没有，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也在宣导，是说有需要有资金的部分哦，能够来申请的哈。宣导。那对，就是说，因为是不是应该更主动积极一点？对对对。啊，现在手续部分是不是应该更简单一点？对，除了这个火金菇之外，现在有一些他们比较喜欢创柜板的哈，就是说能够上创柜板以后，就是由消费者来在那个创柜里面买他的这个股票啊，这样其实也可以筹措资金。所以目前像，最近的其实我们已经有推荐，就是推荐到柜买中心以后，他可以去免费跟他辅导。那是另外一个方式。对，那个也是筹措资金的一个方式。也是一个筹措资金方式，但是就是说，以我们市政府来讲，我们有这个什么灰金钩的这个专案贷款，你刚才自己也说。一开始跟议员报告，一开始其实申请的案件比较多，那最近其实我们感觉到申请的厂商比较少了。对啊，为什么？原因是什么？有去找原因吗？当然，就是说有些也许是到有一些是景气上的问题，或是说他这个专案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专案我们应该是县市合并以后就开始推动这个计划。哎，所以你看，从县市合并之后是99年，对，合并的嘛，到现在已经合并了5年多了。结果局长，你自己计划实施到现在，你通过几家，你知道吗？应该是30几家了。30家以你的报告来讲哈，报告你下来啦，你自己来看一下，30间哈，30家而已哦。等于和在5年的时间只通过30家。对。表示在我们台南市的这些中小企业里面，透过这个方案能够得到帮助的，其实非常非常的少，比例很低。你上面写的说啊，一年其实我们增加了几家的厂商。现在不是，那其实你看看，现在不是说通过率低了，就是说他申请的少了，就是说申请少。为什么申请的少？对对对，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部分跟议员报告，我想我们可以再来，应该要再加强宣导，应该要加强宣导。对对 对我想这个是我们有心要帮助中小企业。那有些小企业，我想我们除了帮助他通过的这些厂家以外，要了解说为什么某一些厂家他来申请之后，他后来不申请了，或是没通过了。来询问的人为什么后来没有继续申请，应该要去了解为什么。是。那我想也有一些中小企业或是年轻的朋友，他其实想来申请，可是后来他去问一问之后，他发现哇好像很麻烦，或他有一些困难，其实我们他就没有再继续申请。其实现在很可惜，我们也希望说那个整个那个程序能够简化，简化的时间能够稍微简化，不要太复杂。应该要尽量的简化，然后要加强的宣导。对。然后针对这些有需要的厂商，应该是主动积极的去提出哈。那我想你看到。说你每年来办这些工商登记了多少间？今年到目前多少间？我想问一下我们工商科林科长，今年到目前已经几家的公司了？
来做这个登记。跟议员报告哈，目前呢、啊、哈，那个公司的部分大概有34000家。34000家嘛。那商业部分大概是有那个60000多家。60000多家，好，所以其实来登记的厂家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如果我们其实应该去筛选其中一些比较中小企业可能比较有资金需求的部分，是不是应该主动的来跟他们做一些宣导，主动的来协助他们，我想这个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不然空有一个专案在那边但是使用率却非常非常的低，这是非常可惜。我想现在很多年轻朋友都想要创业，也需要资金，那这个部分既然市政府有这个专案，应该就要让他们知道，或者是更容易的有一个窗口来协助他们，他们如果想要办的话，他们可以直接的来得到这样的协助。我想这个是我们政府应该要做的，所以这个部分再麻烦局长再加强一下。好，那就是说如果我会请那个工商行政科，如果有一些新的设立的话，也把这个信息好讣告通知他，让他知道，對對對，他如果愿意来申请也知道我们这边有这样的一个辅导的措施，这样子。 是 好， 再麻烦局长，谢谢科长，谢谢。那最后一分钟我要问一下农业局局长，看到你今年寒害一年一月份的寒害，结果到现在核拨到渔民的账户是几%啊？欸，大约件数啦，用件数来算大概就77%。77%，对，一月的寒害到现在已经五月了哦。欸，我们算是最快。所以局长已经很满意这样子的速度了。不是，因为现在就是说包括那里有这样，主要还是农民自己本身，也三个政策在给运中，接到一些渔民朋友，农渔民朋友，他们其实 也在反映说啊，这个一月份的寒害到现在没拿到钱。那有的当然是因为他们本身一些证件的问题，对对，证件的问题。但是怎么来协助他们，我们局长这边可能要再交代下去，不管是公所那边或者是我们的局里面的部分，应该赶快让他们，既然是要给他们的补助，而且已经一月份到现在其实是非常辛苦，应该要尽快给他们。是，我农业局这边一定会催办，而且水利局这边我也请他说那个水钱过去的赶快来办，是，因为已经过了好几个月。我知道。另外我们也请副局长做争议协调的，有问题的我们来帮助他。好，谢谢局长。我们希望很快的帮他们处理完。好，谢谢局长，谢谢主席。好，感谢我们陈医生议员。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请郭国文议员发言。谢感谢哈，那个刚刚我们有几位议会同仁都在关心那个传统市场的这个问题啦。那今天呢，本席要就传统市场问题来纠教哈。那首先我放一下那个我网络上摘到了一个录影带哈，那个必须要给大家看一下哈。阿烈，从以前我就很希望不要人家第一印象中啊，市场就是很脏乱，它本来就是一个很棒的地方，然后有很多陈建堂，你告诉我警卫。因为一开始不像的是 IKEA， 然后后来发现是 IKEA， 所以我买过来。你自己不看，讲说会是怎么样子，就做出来还蛮不错，真的很棒，真焕然一新。我们的客人很明显了，就是他来对，哎，你们东西变得很好吃的样子。多的那种收纳，灯具完全换新的，我觉得蛮棒，就是变有活力，又很有生命力了。因为我们原本收纳部分混乱一点，这次改装在收纳方面做了很大的改变，改造之后就人气很多，没有混乱的感觉，都是用白色的跟金属色，看起来更明亮，觉得比较不会再怕说我是不是要提早退休了。其实现在传统市场真的很辛苦，客源流失一半，我觉得它很不好听。在开灯的那一刻还蛮感动，那个哇，超乎我想象的美，这边像一个小花园一样，就是还蛮谢谢的，就是有机会可以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客人启发到市场来看的时候，看到的一面，我们已经工作了5-6个小时了。新的东西哦，干净又整洁，再加上灯光的效果，这样子摆也可以，那样子摆也可以，每天都可以变换啊，不需要一成不变，每个客人都是很定的，所以
生意很好，忙得很开心。好，那个可以切掉了哈。陈建堂，陈副站长，这礼拜看过不？站起来啦！已经一开始就讲传统市场，你还在那边，那个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片子？包括员是第一次看到，第一次看到嘛哈。那你觉得改造前跟改造后有没有差非常的多？当然整个整体的环境啊，它整个摆放的布置当然有很大的差别、啊，很大的差别，对不对？不论是菜贩啊或肉商啊，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开心，包括消费者非常的开心嘛。我想我们就说传统市场除了降低成本、减少租金的这个压力之外，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是透过改造的方式嘛。那过往中央也花了很多心思来做些改造，无非是希望说呢，我们的市场会越变越好，甚至具有这个观光的潜能。我不知道那个陈副处长，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大阪的黑门市场没有？不好意思，没有去过。你有没有去过京都的锦市场有没有？也没有。你有没有去过东京的足地市场有没有？也没有。你这这你冇就个喊呢？这三大市场，规个全日本上有名三大都市，诶，上重要的观光市场，你连一看都冇看过。啊，连录影带没去看过，你什么都没有在吸收新知嘛？我就更不用讲意大利的中央市场，佛罗伦斯的中央市场的部分。每一个地方它能够具有观光选择的传统市场，把它改造完之后，那是非常有潜力的。几乎每一位台湾人去的话都会想去足地市场观光，去了大阪就想去黑门市场，去了京都就会想去锦市场。你完全没有这种新兴市场的一个概念，是不是啊？我就怀疑呢，你一个厝吊在那裡看起來就要退休了，還加上你這個年輕人看起來這樣，什麼東西都不知道，我害我後面都想要說，要 說不下去、你知道如果台南的地區的話，有幾個具有潛力的這個市場，傳統市場其實是非常有非常有 potential 的。一路市場也好，阿伯寮也好，東菜市也好，目前我們的這個那個大菜市要改建也好，這都有可能成做翻好，未來參像景市場、黑門市場或者是足地市場的這種觀光潛能，那我們應該有這種計劃性嘛，陳副市長，敢不是？是是，那要怎麼做？原則上對整個市場的改造，其實經濟部跟台南市政府都有在努力在做了，比方說他每年有一些市場的一個名單的評比，像今年也有一些品牌市场、热火市场的一个评比，都有努力在做了、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把传统市场这一部分透过改造，把它生意做得更好。之前有硬体的改善嘛，是对不对？那一百年到一百零四年是有软体的改善嘛？是。拄只咱本局长咧讲讲热火菜市啊咧部分，吼、听讲咱嘛摕第一名嘛。啊，问题是怎么延续性嘛？是。那现在是锁定在整个行销的改善嘛，不是吗？是。陈副座，是。那你这个部分做了没有？行销的部分哦，当然现在因为传统市场，大卖场的竞争啦，网购的。无啦，我讲问题吼，你讲中央的计划啦，今年中央计划是啥货？今年他是推两个东西啦，一个就是品牌市集跟热火市集啦。品牌市集就是说以往吼。好啦，如果以品牌跟市集的话，你开始推动了没有？我们今年也有报名去参加。我说你有没有开始推动了啦？有，今年是配合经济部的脚步在进行。你在进行啊？进行在哪里？像今年我们已经有报那个热火市集，那个到经济部去参加平和嘛，目前也有那个市场，你帮我那个上网一下哈，那个四楼的部分，上网一下，你放在哪里知道吗？你没有放在网页，你放在职训救辅中心呐、啊，哎呀，我都帮你查出来了，好，那你再点进去，我们四楼的再点进去。点进去连接到你市场管理处了，结果你上面呢，前再上一页，再上一页，回到上一页，你上一页写的是什么？说请你下载附件报名表之后，填写完整资料后寄到这一个台南市场处，好，说要寄到台南市场处，结果你连接进去之后的结果呢？再连接一次。再连接一次，
连接进去的结果呢是市场处，市场处里头我看你的这种下载专区里头也没有，传统市场的部分里头也没有，任何报名表都没有，然后你跟我说你有在推广，陈副处长，跟议员报告，是不是真的眼睛在说瞎话、啊？今年的那个整个品牌市集，而且我自己报名的时间已经截止了。那目前我台灣，你现在明明是4月21号才刚刚放上去的，我们开的那一天。你要让所有的摊商自行报名，然后由市场处执行进行辅导，说报名已经截止了。没有，那是因为两个部分啊，品牌事情这个事情已经报名完成，现在经济部已经评选出要辅导的摊商跟市集。我跟你讲，经济部从1月1号才开始推广，是，它总共5年，分3期，你4月21号才放上去，连结的东西什么都没有。看你一副状况外的样子，哎，部长，那你叫这汤山怎么报名？你现在有收到任何报名表吗？他那个应该是说，哦，经济部有一个活动啊，他希望吸引一些年轻的一代，哦，年轻的人进来市场。你不要跟我讲说那个内容是什么，你有没有收到报名表啊？这份我们在辅导，比如说辅导，希望有一些年轻的一代进到市场来经营，可以带动市场。没有收到你怎么辅导？连连结怎么报名都没有办法报名，怎么辅导？用点心嘛，总共2亿的经费，你要怎么弄去把它做一个改造？你刚才觉得改造前跟改造后差别非常的大，我们由点到整个面来改变传统市场的面貌。我们也知道传统市场以前呢，就是民众自行集结，哦，然后再采取就地合法。由上而下的管理不太方便，要由下而上的方式，要费很多心思。我知道这不好做，但是总是要面对，总是要做啊。陈副座，是这个计划的案子的缘由构想这么好，既然去年我们可以拿到第一名，今年到现在为止，为什么都还没有动静呢？彭局长，你敢袂当啊？谈这个处长吼，甲副处长吼，好好啊，答，嘿，管教一下。是这个部分，议员的建议，这个非常好。我想我们会来要求市场处哦，针对这个部分要加强来处理啦。一定要加强处理啦。尤其多啊，议员看那个影片哦，那个改造其实是我想差很多啊，不是吗？而且我们台南的观光客越来越多嘛。将来其实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市场里面比较具有潜力的部分要去做改造。对，對可能咱出一部分的钱，要摊商出一部分的钱哦，对，把它这样子有比较潜力、有特色的部分先去做啊，这样子慢慢让中央更有能用呢。是，所以这个中央更能用呢。这个一分钟，中央的经费配合中央的这样的计划在推动，这样比较容易能够成功。对了，这个部分你尽量帮他督促一下了，好不 好？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哦，有关永康商圈的部分哦，上一次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大湾，但是那边的店家后来有不同的意见，我建议说我们可以考虑到银行那边试看看，好，我们再来做重新做一下评估了哈。好，另外那个市场处的部分呢，局长请坐哈。市场处的部分哈，那些小菜企业部分哈，那些大菜企业部分，那个摊商的安置的部分，你们要想清楚，他们现在意见非常非常的多，不是说你安排到前场市场，他们就愿意。哦，那原来的部分呢，要如何就原来的这种大菜市，大家印象中的概念，变来连接的好势，你要跟文化叫好好啊，去来做一个探讨。要如何结合庶民跟文化的这个两个部分融合在一起，这非常难得。不要用排除的概念，而要融合的概念，安内有了解不？是，好，你请坐。好，谢谢郭公议员。那侯盛才是本委员会的委员嘛？我们先请那个侯盛才议员发言。啊，多谢主席哈！啊，也叫咱各个小主管、各位同仁大家好。啊，方才咱的郭文兄你所讲西门市场的拖荒的问题哈，啊，有拖荒去甲北门去找我，因为我感觉讲西门市场是传统的市场哦。我做囡仔时阵，我10几岁啊，我那里西门市场。啊，布店，底下大过布店吼，所以西门市场这个传统的市场，我因去找我孙，我有敲互咱李处长，啊，李处长甲文化局叶局长，因为因有咧担忧讲，你进无整体规个一个要甲刷去对刷对，行到是因咧传统迄种习性吼，
到尾啊会拖变无市场变无效的。所以我希望讲，咱市场处原来爱考虑，唔但懵懂行事啦，原来爱顾虑这个团员以后的生存的空间哦。你即摆伊敢若唯独台南市西门市场较早在阿萨库萨吼，日本时代是真有名啊，一个阿萨库萨浅草。所以呢，迄、那个市场，吼、哦，阮小弟即摆哩头一担，迄、那个报，迄个被报打，阮小弟即了里遐哩做。所以迄日带着咱内底的人来找我，我嘛讲应该咱来讲，你从客家市场，你不敢安尼，敢会不无忝？就对啊，你嘛了解啊，哦，但系爱迄四间，唔是讲会当市，咱市政府爱共赔偿嘛，有无？迄四间应该无吧？无啊，那上数上我听讲有迄个哦。应该无吧？哎、欸，应该无。哈？应该无。那上应该是有嘞，我来爱我了，就怕这么问个嘞。来来看啊，到位啊，迄、那个法院的判决。对啦，法院啊，真个法院受伤啊。人因较早有了权力，叫我共先起市场，迄四间拢共排除掉，无分予人。所以呢，我感觉讲，人因较早就拢有迄个权力，因拢有迄个迄个存在。哦，啊，尾啊，迄七间要共听，这嘛你嘛袂当听。真个是主要七间，主要是迄个通道的顶管，迄、那个一个伊的部分哦，迄、那个无处理啦。所以即摆迄个部分，哦，我们那是嘛是透过司法的程序来处理啦。所以我感觉讲，咱做代志爱慎重，唔能妄动，唔能听到人的话，啊，就硬咧舞吼。百姓永远是吃亏，啊，百姓你敢知影？为凄惨落魄，为真身体歹去啊吼。为着老者，我敢若为着因学同事敢嘛误解我，因为我看我拢替弱势咧做代志，啊，强势人在咧强势，啊，弱势啊，虽然咱无甲接案嘛袂使啊，哦，对无？所以我感觉这种吼，恁爱慎重的考虑啦。哦，西门市场，咱国务院可能原来是有走去找你啦，吼、哦。啊，所以我希望讲西门市场，伊是传统近年在台南市唯一的传统一个市场。哦，啊，你着予伊讲，你进来要带改造啊啥，予伊以后有空间，能够继续做生意。无你甲他停伤久，也是甲人家衰爆伊啊，到尾啊。以后百姓顾干嘛大带路大迄个伊啊？这个市场吼，迄、那个有迄个市场处，我拜托市场处迄、那个针对摊商的希望的，就讲哦，怎么去安置啊？吼，迄、那个部分当然是，尤其都要有人建议讲头前迄个卖布的遐，哎、啊，希望讲伊希望讲哦，将来那个古迹的修复能够分段呐、啊，分阶段，吼、哦，一部分用好了，爱人员刷去迄个本体啊。哦，安置呀，啊，当然征收迄、那个，哦，原来这个布置。这个安置和固定和伊生意会使继续做。啊、这个部分我有、欸，我有迄个拜托，然后市场组这边只爱加文化局要去协调一下，因为将来那个本体的那个古迹的修复吼、哦，是文化局在执行，啊，希望讲吼、哦，迄、那个甲摊商协调一下，希望他因要安置的迄个位置啦吼，啊，是讲要施工的方式再做一个协调，希望。我希望就对啊，是，你爱心中。哦，甲因督促一下，因为迄个市场较早，咱你前因外公为主要伫遐做主任委员时，我住伫我阿伫遐哩，哦，我咧讲恁外公的好话啦，我无讲恁外公歹话。哦，伊伫遐做土粉的主任委员，迄阵我伫伫遐咧做生意。是是。啊，阮小弟今年搁伫头一担，较早天上啊，诶位置一担。哦，所以我希望讲恁这应该，哦，咱市场。爱予因生活空间，爱甲因保存，唔通予因消失掉。是，哦，是咧，谢谢。啊，我来请教咱农业局长吼。迄只阮建设小组甲经政法局吼，你着原来有去到小组去甲阮办门去了解。讲坦白，阮沿海地区吼，实在是先天不足，营养不良，阮食亏足多，比人个市内多吃啥物个。差有够多，所以阮的人口外流严重性，正阮的所在完全是老年的社会，所以阮正主要你做事也袂做事，哦，但你都有现场看到，哦，降温、地层下陷，完全我都能政策，啊，正啊，讲要领政府这休金，
修建，也是转租，即马改一改，改一当一改，一改了偌济？啊，局长啊，一文电了偌济？四万五千块。四万五千块，就搁拍两间铁牛啊，搁再请迄个有够人迄个无？啊，所以我感觉讲，你咧看到你嘛知影讲，阮的身体的地方差人足多，种植未种植是无水可，哦，要靠乌山头的水淹灌溉，无咧水可。所以我感觉讲，若论真阮原来所在。拢为做宜安水地区，搁为做湿地，讲实在，完全足无公平。尤其迄个地，当时就是阮的先人，大家拢打土来囤地，囤来囤到安尼，变有迄个地起来。尾啊，因为因要立租无动力，哦，要捡地租无动力，拢予政府。我比国有财产局的土地去，所以竟然在白卡白手，尤其因进你敢知啊？当时恁孔教头65年协调所在，迄叫做有合法的哦，气温那迄有合法的。65年以后，完全拢无合法违法。你敢知啊？即种地王国即站。公文发予人，要发做60000至40000呢？百姓之心内足恐慌，实在足恐慌。都无当政策像即摆限海，因迄无合法，根本因也袂当领着领着补助，会白了啊！你因为当时65年以后，阮也根本袂当政策。袂当政策，迄阵政府嘛睁眼闭眼，拢去共存，互因去开垦，所以大量袂政策的所在，宜安水地区、甲咸丰的所在，拢落开垦啦，落开垦啦，减少政府真多困扰出来。但是开到了申请要讲合法，恁拢无政府拢无准。所以引进带遐水深火热，伊也去予寒海寒死，因也袂当领着补助，你看安尼有公平无？甲侯议员吼，报告一下，侯议员对着讲，迄个65年以后吼，编定伫特定吼特定目特定农业特定区的遮气温啊，因为伊吼是未限制吼，未使做迄个开气氛啦。啊，这个问题吼拢总有400几件啦，吼，这我拢了解啦，吼。啊，但是这个主要爱对迄个区域计划法迄边遐来做迄个修改，吼，爱修法。啊，当然这部分吼我会当了解讲咱地方民众伊个困难的情形。啊，当然我这边遮，你若讲做鱼温啊，目前来讲做鱼温啊，都是因为无合法的养殖登记，所以呐，万一造成讲天然灾害，都无法度受到补助啦，吼，救助啦，这我拢了解，但是伊个基本呢，就是爱伫区域计划法遐去修改，咱才有法度合法啦，吼，当然这个我嘛是真关心这个工课啦。啊，你有咧动作无？我这边遮吼，我这边遮伊是叫我讲。这我正当时就甲恁讲啦。请你来做局长的时，我就甲你讲。好，再给一分钟。按照的修法啦，唔是讲我无了解，无去做，迄一定爱修法。啊，可能吼，那要修法较紧的方法，可能我拜托立法委员吼，直接去提案较紧。我迄日原来有写条单给立委啦。我讲应该对这個，你敢知影？正现在国有财产局登记哦，国有财产局的土地，当天水位当时甲新竹的甲干水流的大管的时阵，开水沟一块农一块工厂。你甲开入工厂内底，
你敢知影要申请偌麻烦？建筑煞画袂出来。啊，迄敢是迄阵爱搁，因为伊讲的易安水地区，伊有咧拿补偿金哦，有咧拿人家使用的补偿金。但是要去甲承租，伊讲易安水地区袂承租进。买也未成，啊，迄条农田水利话。要吗？好，谢谢我们侯议员哈。那接下来是我们赖慧远议员以及蔡淑薇议员共用时间哈。那是要请我们蔡淑薇议员先发言，但是那个张世贤议员哈有个请求，就是说你们两个的会拨一些时间给他。那等发言完以后，我们就休息十分钟哈。那请蔡淑薇议员发言，谢谢。谢谢主席哈，那个荣誉局长。局长，我们今年南花展，你个人觉得办得成不成功？跟去年以前的比较，如果以参观人数来讲，是有增加。参观人数增加，今年参观人数多少？22万多人。以前呢？以前的20万左右。有没有达到最高峰的，甚至50-60万的参观人数？没有，过去没有那么多，都没有。所以你历年来台南市办理国际兰花展，今年算是参观人数是最多的。不是最多，因为第十年哈，那个经验十年那一年呢哈，人数是最多的。是。那今年是第几年？今年是12年。第十二年。对。以往我们的国际兰花展的举办跟今年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对，因为今年是突破以前11年来的国际兰花展的举办方式。对，因为我们是公开招标。公开招标。对。那你觉得今年国际兰花展的品质有维持以前之前的11年来的那样的一个水准吗？应该是。什么叫应该？有没有？有，因为有。這個、你今麦是要秀图片啊？你看叫做有。我现在我就要讲了哈。因为农委会的经费是逐年减少一成了，哦，当年拢减一成，减一成。局长，不要一直用农委会的补助经费减少来搪塞我们国际兰花展一年比一年办得更差的理由啦。今年我们一个台南市全国国际兰花展，我们的走道用红色用红色线牵呢。甚至有假花掺在兰花展里面，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国际兰花展欺骗买票进去的一些参观者？你的理由是因为农委会给我们的经费逐年减少，所以我们一年比一年差的国际兰花展这样的一个水准是有理由、有原因可以原谅的。局长，台南市国际兰花展，我想对苏馆长开始做个非常的好，有声有色，也是我们台南市每一年这个三月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兰展。你怎么可以用农委会因为逐年减少补助经费，让我们一年比一年差的兰展来做一个搪塞的理由？局长，我感觉你安尼是非常非常的无负责任。兰花展何其重要，那如果你这样照你的标准来说，那如果有一天农委会不给我们任何的一个补助经费，我们台南市的国际兰花展不办了吗？不办了吗？局长，这个东西你要去想办法，不是因为经费少，你今年突破来一个公开招标，然后招标的人非专业人士来举办一个国际兰花展，融入成败由我们台南市政府来承担，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国际兰花展是代表台南市呢，不是代表这个新办人呢？伊用咱这兰花展来做伊个人的经验，然后你跟我说是因为农委会一年比一年经费的减少，所以不得不如此做。局长，这种说法我不能接受。当然，在地的张志贤议员，他的看法会更多，他觉得兰花展真的是把他们在地的议员拖垮了。局长，我给你郑重来拜托，
台南市针对这个国际人会展，咱的经费变偌济？变偌济？我们变了大概将近千万了。什么叫将近千万？900多万。谁主办的？来，哪一个科室？哪一个科主办的？行销科。到底用了多少钱？我想这一次的一个蓝展哈，我可以这样总结啦。我虽不满意啊，但是我是还是可以接受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第一个，农委会的补助哈逐年减少；第二个，厂商必须要负担盈亏；然后呢，所有的内容必须要按照原定的。这样来举办，局长。那刚刚讲，局长，你不满意但能接受，你有没有问问看来参观的人能不能接受？不接受的可以退费吗？我想、那個，你怎么有这样的想法呢？你怎么有这样的想法？你包括我们台南市议会建设委员会要现场去勘察，你都不愿意让他们进去。我刚刚你们这是骄傲的台南市政府。我是讲说，因为他现场在施工，进去的话，如果造成那个东西。如果砸下来，所以拍摄，安尼你是为着阮建设委员会安全哦，啊，就做失礼啊呢。不，我总是安尼，我们每一次去会勘工地、现勘工地的瑕疵都不能进去，因为都有安全的维护哦。是因为刚局长，你不要强辩这种东西，你个人已经不满意了，那么多的人，20几万的人会满意这样的一个蓝展，甚至有假花掺在其中吗？刚局长，你身为一个农业局局长，国际蓝发展那么重要。你居然能够讲出你个人不满意但能接受，我佩服你了。因为刚刚讲的这些问题，包括说塑胶袋这个红龙不够的问题，还有因为刚好遇到下雨，从来都没有够，就是在这个蓝展的开办的时候就遇到这个下雨，场地又不是很好，场地又不是，今年第一次办吗？场地不是很好，你是在说什么啊？我第一单办你场地不是很好。对呀、啊，第一单班场地不是很好。你刚才跟我讲，今年第12年了，场地不是很好。事情我立人，这蔡淑慧议员害我哈，给我占用那么多时间。好，经化局局长，我想在去年的8月，我们台南市政府跟远传签了一个台南智慧城市，是这个新闻你知道吧？知道。对，这个是工业局给我们的10亿的经费，那要我们去建构一个智慧城市，应该 是不是这样子？应该不是，全是在工业局下来的，中央下来的，对不对？应该他的钱不是直接到那个。市政府来，就是说要透过业者哈、向中央去申请。没有错，局长，我非常清楚。那何谓的智慧城市？当然，什么叫4G的智慧城市？4G的智慧城市，它的项目包括蛮多了哈。那其实金花局负责的部分，就是针对有关将来店家能够透过4G能够有一个建构一个平台能够在这个平台。能够买卖，大概是这样。所以说，局长，你把就是说，在智慧城市里头，金花局所扮演的一个角色讲得非常清楚。你利用 O2O 的一个模式把它建立起来。那我想请问局长，在这一个智慧城市里头，我们金花局建构了几个 APP？ 这个不是金花局建构的哈，这个就是你怎么去监督它？你提供我的 APP 给你，他没有，他、提供几个案子给你，他不是，你知不知道？他不是建构多少 APP 给我们，他是他建构了几个软体、你不要跟我局长，我要跟你针对的我的问题、那个，你知道我知道的问题、跟你知道的问题，不要在边。这个就是一个巷弄的 APP 啦，是，对。是不是跟管理局一起你们合作的？就是说把台南的小吃、台南的特色商店，然后我们透过手机的一个 APP 去建构起来，是不是這樣？基本上是这样子。一个商圈嘛，哈，商圈后店家都可以透过这个。所以说，这个你们把它统称为就是说虚拟式的4G行动互媒体电商生态圈，是不是这样子？是。好，那你对这个结果还满意吗？因为现在刚在做，那因为做了多久了，局长？这个是今年开始推，做瓦固，今年开始推，超过半年啊，对不对？差不多。好，那金花局
各科室的那个科长有去用过你们的巷弄 APP 的，请举手。有去利用过？商业科长，你当然有啊！你再没有的话就爆掉了。其他科长有没有去用过？局长，你看一下，全部都没有，只有你的那个专门就是掌管这个业务的商务科长。好，局长你请坐。科长，有多少人使用？跟一周报告一下，目前最新统计的结果，下载巷弄 APP 的有大概52000人左右。五万两千人左右是有下载那个这个统计，那真正的使用呢？为什么你的资料跟我的资料差这么多？目前因为之前提供的资料是比较稍早的，然后这个数据是我们最近才问的。你有没有？我跟你讲哦，我的手上是10000多件而已哦。对，现在已经不止了。好，没有，我昨天才查而已，我昨天又特别上去看。我昨天又特别上去看，为什么点下去的商家有很多是台北的商家？那你有没有看到很多的评语？我们是不回应的，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情形？那怎么办？你不管他？因为他这个计划主要是由远传那边去。科长，你是不是一个监督的单位？应该是算跟远传他们一起来推。好，你是一个伙伴关系。是。那你是监督他的嘛，对不对？你们共同去营造嘛，营造这个巷弄 APP 嘛。那你觉得你做的怎么样？非常失职，本席看来几乎毫无作为，很糟糕啊！你自己去看啊，你再看看别人的台北市的巷弄 APP， 真的，科长，你有很大进步的空间，你请坐，局长。请问台南市的传统产业有几家？传统产业，你是说工厂吗？对的，传统产业。工厂的部分，我们有将近差不多9000家。9000家哈，在这个传统的产业里头，我们金花局有没有帮他们做一些智慧城市的规划？有没有帮他们上云端？有没有帮他们做一些其他的你现在设想得到的？今年的，其实我们从去年针对比如说传统产业导入4.0的哈，还有所谓的好来局长，什么叫产业 4.0？ 那个就是你听有我听有，可是你听众就是说一般很多人是不知道什么叫产业 4.0。这个就是比如说它是大数据，或是透过所谓的物联网，或是所谓的自动化的部分，去做把它做辅导。所以就是说第四次的工业化的革命，一个智慧的城市就是产业 4.0。 你感觉我们台南市政府金花局在这个产业 4.0 里头办传统产业，你做了什么？没有，现在你有敢建构什么吗？现在我们就是透过供应链，就是我们每年都有一个计划，像辅导我们台南的这些产业，它希望导入所谓的工业 4.0 的厂商，然后跟所谓的工研院这边由工研院去进行辅导，因为这个是涉及到比较专业技术的部分。所以我跟你讲，你辅导你具体的东西在哪里？无嘛？不是无啦，有啦。无你讲嘛，我有你30秒的时间讲。没有，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我们的做法跟。所以我就问你嘛，这接近9000家的一个商家，是我们金花局帮他做了些什么？没有，就是说，比如说你有没有去帮他们建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数据？你别讲云端啦，我讲你连你的大数据上面你都提不到。没有，显然我看不到啊，什么都看不到啊。现在就是说，比如说好，他要自动化，他厂商我们就是由供应链来辅导他自动化。那比如说他要透过所谓的 3D 的列印，我们就透过他原来的制程的改变。局长，你对这样子的那个 3D 的那个列印，这样子你制程的那个结果，你觉得你是辅导到？你有敢辅导到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呢，你怎么可以把它放在就是说这是金花局帮他们做的一个智慧城市呢？然后智慧城市里头你帮他做的东西呢？这个不是智慧，这个应该是说辅导他产业升级啦。因为他本来，比如说他比较产业升级是你常态性，金花局就必须要去辅导的、啊。所以这个我金花局针对的智慧城市，局长我讲，我跟你问 A， 你拢给他回答 B。辅导产业升级的部分，应该不是放在所谓的智慧城市的部分啦。
哦，其实智慧城市的部分是另外，其实我要修正哈，没有，我要修正局长一句话，我跟你说，你辅导产业升级，智慧城市也是是一个部分。我现在跟议员报告就是说，你的涵跨面这么大，你怎么可以把它揭露出来？一个，我不是你跟你辩论，你要回答我问题啊。现在说你中工业级那个就是智慧城市的部分，它是要结合4G的部分才算所谓的智慧城市的项目啦。对啊，啊，我跟你问啊。你有结合无啊？你跟他讲没有啊？事实上，你的回答是没有啊。不是说因为那个计划，你赶紧嘛，给你辅导营升级啊。那个计划没有，还没有，没有导到所谓的传统产业。你说制造业的部分，我跟你说哈，那我那个你说这个没有到那个传统产业的部分哈，我总预算那个我总咨询行，我继续过来问这段。你也做老亏的哦，六都内底咱是做了上歹的哦。问题是市长讲袂使吼，那个打压自己哦，不能让你们自己就是说哈没有人气哦。没有，你做干哈你卖，你搁干哈在里边？没有，就是说因为住业城市。局长，你请坐啦，你就是无做嘛，无做你搁在里跟人编，实在是，哎，那个荣誉局长。局长，以你的农业专业跟你的常识判断，你觉得 TPP 会不会开放？这一个哈，当然我在整个全球化的一个当中啊，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啊这一个啊？开放吗？在新的政府开始改朝换代以后，在520以后会不会开放？因为你很直接的就讲，这个是一个国际的一个趋势，这是一个趋势嘛，所以你看也是会开放嘛，国家必须要对不对？国家必须要考量自己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环境。A 股较低会入来无？会不会进口？那当然是一定要进口，对不对？可能啊，他目前不是可能，是绝对一定会进口。现在那个美猪的部分大概是一年的10,000吨左右吧。那在 TPP 开放了以后，这个数量势必是一定增加的。因為那我们台南市是一个养猪大市啦，哈，虽然不是讲第一名、第二名嘛，排到第三看啦，哈。那农业局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因应方式？局长外公，不要给你提报告出来，提报告出来哈。那个报告主席，那个张世贤议员要借用我的时间。请张世贤议员发言。朋友长，迄、那个传统市场吼，这个税金讲要搁起税收也袂啊。啊，原报告吼，其实这不是讲吼，迄个起税啦，就是说，因为原来吼县市合并之前，比如吼公所的算，每一个公所的迄个租金的算法，吼啊，甲比如吼原台南市的算法，其实就是说。哦，一个单内底拢无共款啦，啊，所以希望说，卖讲遐款，有要起税无啦？没有，那个不是账啦，就是说因为算法重新调整。即马是安尼呢？传统市场即马迄个生意是热闹呢。是是。迄有当时啊吼，你甲看，敢有看人摕咧入去？啊，你若甲起税金，啊，你是要搞害只做？这摊贩家要害我死哦！不是讲起税金啦，就讲、是、希望讲吼那个我们的那个租金的算法能够统一。我讲你啊，你的算法就是讲起税金嘛。你比以前较，比以前哦，交较侪就是起税金啦。当然，迄个最多迄个公司了先哦，唯有起啦，啊，唯是无起。你考量一下，你唔能引起较反弹啦。是是是。哦，你这办法咯，你考量一下，你唔能起税金啦。真传统市场哦，你要倒啊啦。啊，你搁啊扣，你要较紧哦，好倒的，你哪个加税唔知啊，较紧倒。是啊，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说吼那个吼整个。我是要求你啦。是。哦，考虑一下啦，哈，黄局长。好啦，不要再解释了啦。那个你那个理事长，理事长，北河市场在落雨，我来甲你反映，啊，当时也改观。那议员报告吼，即有讲有一个破位咧落雨问题吼，老水，现场去看过啊，啊，厝内底应该冇签同志，要看咧啊，要做，无已经签同志，会伊来改善啊，偌久？应该是这一两礼拜就来处理好了。这一两礼拜啦，吼。这一两礼拜啦，嘿。哦，你唔能闹开呢。是是是。啊，有无问题啊啦，吼。改善好都应该就未漏水啊。哦，啊，一般哦，咪加白河这个现象尔啦，吼。局长甲处长我来讲哦，这传统市场啦，
咱台南市哦，遮侪传统市场哦，我讲听啦，你若考量讲哦，人个生意到底会做实，也袂做实啦。你唔通甲税金提起啦。啊，我讲你哦，你甲起税金哦，遐百姓哦，万元哦，就套落对遮来啦。啊，时间若准讲哦，遐摊贩若讲要叫我坐地，我若坐来，你来泡茶啦，两泡茶啦哈。哦，我是安尼先甲恁说明，互恁听一下吼，考量一下啦吼。好啦，两个请坐啦。那个农业局长、徐局长，啊，我请问一下吼，啊，今年的这个日期的设计差偌济？设计哈，设计大概现在大概是在两千三左右吧。差不多两千三。不，哦，你讲七个，大妹哈？哟，大妹普通拢差不多伫一千块左右啦。我安尼。那个局长，你安不了解行情呢？我讲你吼，农会吼，和你有啥物关系无？农会甲我无啥物关系啊。无啥关系，啊，恁有一个，恁爱去啊督导无？阮在督导的关系尔，对啊。啊，即摆收港的这个部分吼，收港的部分拢是迄个农牛树因伫。好，我你捌做过农牛树的署长嘛？吼，嘿，副署长。好，副署长吼，你做了解讲这個。再给两分钟。工会吼，应该是火车头，应该即个做设计吼，应该爱开予人，开予遮个设想吼，大家对啦，唔是啦，咱个农会也无要做火车头行啦，都予外围个设想来。啊，切上来啦，搁全大家全意见啦，啊，去投诉环境污染哦，交通问题哦，啊，你看到规山大、规山坪，这无应该发生的代志拢发生出来，我是希望讲哦，局长你啊去多多关心一下，咱台南市原底这台南县就是咱的农业特定区，对，专门在生产这农作物的，尤其切啊，吼、这切啊，我讲你啊，迄百姓哦。即马逐项起价呢，肥啦吼，工钱啦，啊是讲啊做即芳稻啊，即芳田的即工钱啦，所有的药啊，逐项都拢起价，啊讲切价无咧起，啊即嘛真奇怪呢，大家拢爱用的呢，啊你无咧起哦，即百姓哦，我讲听，咱外来厂商今年来收价要到千二啦，咱农业偌济，农业讲只一千左右尔啦，啊你看。我讲了，迄安尼差两百，一家拢看差偌济钱啦。啊，你若这样吼，你若讲叫辅导，爱去啊，这做切啊切农吼，吼，互因有一个收入吼。我讲你啊，当时也做大有余的政府啦，有定啊？这我了解。哦，你了解，啊，你爱去做啦。好。哦，你爱去关心一下，顶个切价吼，今年吼，迄个日期吼，要到一千吼，两百啦。啊，咱农会哦，对人讲袂对啦。你这啊，检验深深哦，去检讨一下吼，甲农民的这个这个福利吼，哦，你要甲关顾一下啦。哦，这是啊特别甲拜托一下啦。好的。哦，好啦，谢谢啊，主席。好，谢谢张世贤议员。接下来我们休息十分钟后再继续执行，谢谢。
张忠成。啊，好，我们会议继续进行哈。那我们请我们本委员会的杨忠成先来咨询，谢谢。多谢大会主席，咱各科系主管，咱议员同事，咱记者陆树先生，大家午安哈。本席来就叫咱哈经济局咱局长哈。有关咱新竹工业区的推动，到目前看报告嘛，真顺遂嘛哈。第一阶段30间，敢有甲地区的部分交标示完啊？咱即摆因为吼，迄个即摆迄个招商的部分吼，要配合迄个填土啦吼。因即摆迄个进来的厂商甲以前无共款的，讲咱即摆伊把料，伊来要求两档料完成建厂才可能移转。所以咱即摆是依照迄个施工的进度吼，第一期里面第一区内底咱先公告出售，啊第一区内底咱即摆卖头都50几%啦，还袂还阁有土地。哦，但还卖50几%呢。对 对, 對，啊第一区的面积应该话是30几公顷啦吼。啊，人卖头将近要60%左右，因为本少来自商业，啊嘛是属工业会的理事吼，是是，啊所以对工业这方面会较关心小块。那么有关第一区已经卖50几%，第二区伫5月要阁继续来推出，来公告，公告。那么第本少所听到的就是讲，由于来购买厂商吼。拢阿个伫即个地价方面呐吼，阿个嫌有较悬呐吼。咱叫人敢无啊？导航来讲，你即个个开发成本降较低，啊来个标售的价格降较低，减轻着厂商的负担。我个原报告吼，即卖讲迄个，我们有那个一个机制，就是说吼，如果他要一次缴清。哦，咱有迄个5%的迄个地价优惠，优惠，嘿，5%优惠，哎，那5%优惠，头的计小头的50000块尔啦吼。啊，其实咱开发港府，咱唔是用标售的，咱即摆是用哦核定价格以后，哦，厂商来申请。啊，基本上来讲哦，即摆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哦，中小企业吼，哦，就是讲爱土地面积小的迄个需求较侪。啊，所以我们像因为像现在第一期公告的村里遐是拢较大地啦，吼，较大地。啊，所以即摆我们现在较细地拢已经拢人拢买了。啊，所以第二期的部分我们会针对吼，比如比较哦中小企业较细地的部分来规划，哦，符合他们的需求啦，主要是安尼啦。我的感觉嘛是安尼啦，是是是，人拢规个要靠大厂啦。所以我们就围做一大厂啦吼，我相信你真拢有看的啦吼。是。伊伫其他的所在。伊甲大面积买起来，伊就是等伫遐啦，啊袂开发啦。恁做好听，就是知影讲，这个土地已经卖出去啊。可是伊当时要开发，恁绝对无法财团啦。我讲安尼对无？所以台湾有今仔日的经济是中小企业来起家啦。所以我咧想，恁也是爱较符合现况的啦，吼。所以伫第二区的方面，我希望小面积会当加画挂。所以，和咱的进场的比例能够高一点。甲原报告吼，其实第二区的大部分拢是头的较小区块，吼。啊，当然拄仔原咧讲啊，讲吼，吼，因咧过去就讲吼，你买土地可能就是为买伫遐无起吼。啊，当然迄是较早过去法令的规定。啊，但是即摆比如讲新竹港区的开发就讲吼，你买土地了，你就是爱吼两栋内，你就是爱完成建厂。你甲我都出到收款，啊，你若无建厂。所以本身甲你建议，就是讲，迄个300-500平内，爱加设计挂。诶，阮迄个第二区的部分，就是因为吼，咱即个有一寡厂商的反应，所以我们特别针对吼，毛比较小区块去做规划。啊，希望讲吼，咱会当咱考下港府一寡中小企业能够进来。啊，七股工业区伫你的屋顶，伫当时的当。七股工业区的七股工业区的变数较侪啦，就是说，因为目前吼，就讲吼，咱即卖迄个。你指的变数是原来有可能。未成立了，即马即个问题变数就讲，伊现在那个地方已经化为湿地了。讲我张文溪吼，张文溪吼，张文溪迄个国信桥以西，吼以西吼，会就把它纳到所谓的湿地的范围了，对啦。
啊，湿地的范围其实它公告有公告的那个排放的，我们将来迄、那个结果干枯的水是排入，照水排入咱们溪嘛。啊，你讲排迄、那个设定伫迄个湿地范围啦，哈，迄、那个湿地范围现在争议也还蛮大的。啊，但是它现在已经原来规划的话，湿地瓦斯是以后它就已经是湿地。啊、所以将来我们现在是在公益性必要性审查完以后，还要回到内政部的湿地审查小组去审查。那过去环评虽然环评通过以后，但是它的排放标准还是比湿地的要求还要好、哦。就是讲咱那个环保署的核定的标准，比那个湿地较管的对。所以将来还要在那个内政部审查湿地的排放标准，所以这个有这个问题会产生啊。工业是哈。哦嘿，基本啦，哈，咱的经济啦，哈，啊，所以加油一下，局长请坐。谢谢，好。咱来请教市场组处长哈，处长，鲜花市场这个停车场诶，租金的纷争摆平了没？有人报告吼，针对这个里面有意见的部分吼，我已经含业者吼做进一步的沟通啦。目前应该是，那阵讲。有希望要做的摊，里面应该拢会当做到安尼啦。好，我是希望讲，多加当地里长沟通啦。是是是。至少有啥物问题，当地里长会当甲恁做挡箭牌啦。卖讲，甲当地土地公都唔知影恁咧做哪，唔知影恁咧用哪。那安尼我就讲哦，讲恁身为主管，都无重视民意。那么，互民意来反扑的时阵。您的造成更加搁较歹处理啦吼，所以本席这点来提醒一下，希望多注意一下，啊沟通也好，请坐来。啊，本席来就叫咱农业局吼，有关吼，咱农地违规使用吼，会使讲足普遍化吼。啊，您有去想着讲吼，要安那来一劳永逸？来减少着百姓怨言，有无？农业局有没有什么？这个吼，啊，家己完报告啦，吼，啊，在农业局这边吃吼，原则上就是讲落实农地农用啦，吼，啊，过去吼，因迄违规的部分，啊，违规的部分就是讲，有当时啊，咱即摆迄个农地吼，有一地甲农业有关的，伊叫做容许使用啦。哦，就是因准你会使啊，甲农业有关的农舍啦，还是农业住宅室啦，吼、哦。啊，迄款的伊违规呐，一般较小户的主要。局长，我来讲啦，吼、哦，你讲遵守农地农用啦，吼、哦。对。我请问你，咱台湾的农业敢做会赢啦？哦，这有没有竞争力？不，竞争力这是袂使讲完全讲无啦，吼、哦。咱即摆就是讲，有迄个竞争力个，就是讲，譬如讲，像咱个蔬菜，吼、哦，伊爱新鲜来啥，你进口来不一定会赢咱啦。啊，咱较有强势个。我指个就是讲，咱个农地拢小面积啦，耕作当然产生的效益有限啦。对。所以我要甲你讲，就是讲，正式来面临着这个问题嘛，吼、哦，就是讲，你到正啊时。一个3-4千公顷每一冬，虽然我甲看资料，去年有比去年搁较降几趴落来。那么你甲想啦，即3-4千公顷的农地，敢若申请休耕3-4公顷，你一分地得4-5千块、5-6千块的补贴啦。那么你甲有十条做，你较得去补贴人休耕啊。所以你甲我讲，迄有竞争力，我连听落我都听袂落。所以我咧甲你问，即个就是讲，希望局长正视这个问题啦吼。所以像迄天我咧甲税务局、甲咱财政处问同款，你甲计算讲农地，你因为伊去农舍去工厂，那么你家扣地价税，啊甲房屋税，一年当。税收加收偌济？你统计出来，互我看卖啊！因敢对咱的税收无贡献，所以我要甲你建议，就是讲农地违规使用这个部分，是毋是我那该酌量放宽呐、啊？或者以他们以前也是有这样做，以前嘛安尼做，就是讲你90几年起的，我就是互你合法化。
可迄几冬嘛有来办着，会当配合着咱经济发展局，就是讲申请临时工厂登记证。所以我伫讲农地、农业虽然爱保存啦，毋过适量来放宽，总是对我们的经济有帮助啦。这一点你能不能认同？我是当认同你这个观这个想法啦吼，啊，但是我农业局这边吃吼，我好，谢谢，再给一分钟，好，谢谢。讲要专用吼，这得爱迄个地震单位吼，地震单位伊就这个即卖有迄个国土计划法吼，啊，这国土计划法将来。哦，看要安怎来，咱内部开会啦，哈，到重视这个问题啦，哈。啊，过来就是讲新华果菜市场要迁建的进度怎么样？到目前，新华果菜市场的迁建哈，相关的加包括迄个土地的开发，哎，啥加工课哈，啊，我拢送去甲这个都发局因哈，啊，来做些。另外哈，我要为着要甲迄个。中央吼来申请这补助的经费，啊，我嘛已经甲迄个计划书，地方的大书吼，要伊一个啦，吼。啊，我即个是各项的迄个进度吼，啊，拢总无慢啦，吼，拢总无慢。啊，即摆呐，卡数讲将来啊，咱去国花会遐同意甲咱列入迄、那个啊，这个经费吼，伊也甲咱框列，咱吼速度呐较紧。好，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议程哈，咨询的话就到李维英议员哈，我原则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是不是请那个蔡宜之议员哈，咨询？谢谢。啊，谢谢主席哈。那个农业局长，我刚刚看到你的这个工作报告上面呢，有提到这个推动农村再生哈，建设新农村。那在这个项目里面呢，我们市政府这边呢，好像也得到了这个六都里面的成果的第一名，全国的第三名哈，成绩非常的好。那我在这边呢有一个疑问哈，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农业局长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就是说我们左镇的这个中正里哈、王来坑野溪淤泥堆积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件事情呢，我已经去会刊了三次，我们也请了这个水利局也请这个农业局，也请这个我们的区公所，那也好像发文到农业局，我不晓得局长有没有这个印象，是不是？在这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哈、这个比较深入的那个问题，我有没有去看过？是，议员你好，就针对左镇的问题，你刚才提到的是野溪嘛？是。可是野溪不在我们农路的范围里面。好，请坐。因为这个好像请教了这个你们几个局处啊，结果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农委会这边给我们这个嘉义林管区的这个回复。林管处。林管处的那个回复，他就说这个部分好像谁都没有权利，没有这个权益的这个权责单位了。我就觉得很纳闷，这个是不是说这个左镇这个部分呢？这个溪哈，这是野溪没错，但是这里面呢也住了不少的我们的农民，而我们在那边也。不少的农作物，尤其是这个里面好像果农比较多哈、那现在碰到马上就要遇到这个雨季哈、这个它的影响是说，只要一下雨的话呢，那边的这个
淤泥就会堆积很高，那道路根本就不能通。那他们采收的这些农业的这个农产品根本没有运输，没有办法运输到我们这个，没有办法运输到我们平地来，也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买卖的这个方便哈。所以我就觉得说，像这样子的，大家都这样推来推去。我不知道那边的这个农民不知道作何感想，当时呢好像找了很多的民意代表，到最后呢就找到我身上，他们就讲说山上是不是属于我原住民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去帮他们这个忙。结果呢我也想虽然不是我们原住民的族人，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关心他，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也跑了三四趟，我也跟这个区公所的一些技师哈也去看过，但是真的是一个三不管地带，只要说下雨天的话呢，这个淤泥就堆积，根本这个就开始积水，两边那边的农民呢根本没有办法进到我们这个不能下山，所以他们的农产品根本不能下山运销，所以像这样的情形的话，就要等着放着他们的农产品放烂在自己的家中，眼看着这样子，他们自己也很心疼，我们听了也很心疼。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协助？结果我问区公所，区公所说没办法，我们就只好就说这样这个淤泥堆积的话，我们就只好请怪手，或者是请那个山猫把这个道路、把这个水给想办法去给它清。我说每一次请这些工人来做来处理的话，要花多少钱？他说差不多三五万，每一次三五万。这个像雨季的话，不是说今天下雨就马上可以干呢，马上就可以做。好了，你做。说不定就要花一两个月，你 每天就做这个三五万，你一年下来，常年下来，这是不是一笔经费哈？是不是我们可以做长远的计划？所以我们也去也请这个区公所呢发文到这个农委会，结果农委会的那个给我们的这个回文是说这个。他们是也很想帮这个忙，他说但是这个是属于林道，他们是管林道其他的这个部分呢来治理这个业务是因为这个道路有上坡跟下坡之分，所以不可切断面啊。我就觉得很奇怪明明就是一条一条路，怎么一边是算他们的一边是另外一个单位这个中间就三不管，那这个居民他要过的就是这，他一定会经过这一他的左面跟右面嘛，所以像这样的情形的话，我们难道都没有办法替他们处理吗？结果到最后，我就请这个区公所，我说你还是要继续发文。结果发文的结果呢，他就林管处这边就说还是请你们。这个就是说我们掌管这个的业务单位来处理，那掌管这个业务单位呢就是我们市政府那市政府既然我们市政府有收他这个好像是有收租金的嘛有收这个租金，也就是说允许他们去种植这些东西也让他们也在这个这边的这个居民在那边生活，他们种植这些东西，他们也有，付这个农田的这个土地的这个租金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有这个义务协助他们才是所以，他给我们的这个，他说这个经费呢，我们看看他们说报出来的经费是，才几百万而已对这个，我想在农业局。在协助我们的农民的这个状况在他们的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协助他们，那这个三五百万应该不是大数目了所以是不是我们农业局这边能够给他们协助？
因为政府哈，他都有分工了哈。是，是没有错。如果由刚刚议员所报告的这所说明的，这个大概就是属于邻班地了。是邻班地。邻班地的话，应该就是要林务局他去做管理维护了。那农业局如果是属于野溪的助理是治理，那就是水利局这边啊，他会他要负担这个。那农业局这边主要的就是已经开发的农路好维护管理啊，这个是农业局来负担了哈啊。不过这个事情呢，我再请我们同仁哈再了解看看。他这个是已经是有开发了，那是因为我们。机关哈，机关与机关之间都有它的执掌范围，是没错。但是呢，变成就是说，这个变成三不管地带，这明明就是也牵涉到林务局啊，也牵涉到农业局啊，还有水利局啊，水利局也去会勘啊，水利局也去请示啊，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就说看主管机关，看看就是我。到最后，我们这个文就好像就是我们这个农业局，是不是农业局容许我们科长哈，他再就这一个案再去关心一下，跟你了解，然后跟你关心这个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这样子，在那边讨生活的这些居民哈，我觉得也是蛮可怜哦。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同理心了哈，那想一想。那希望说能够尽快的以他的文的解释，好像说我们这边可以协助，只要我们的经费许可的话，我们可以协助他们。我想不是很大的数目，那这么多的这个农民居住在这个上面，希望是说我们农业局这边呢，真的协助他们哈。好，这个、我们再做了解的。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王家珍议员。咨询，局长，农业局长，我们见过几次面？是有见过。就是议会，就市长，府那边都有见过。市政府那边有，在市政府，我有什么机会进得了贵市政府？我有进去过吗？那个时候就是为了兰花园区的管理会。哦，是那个机会嘛，哈，对不对？好，那局长哈。你们局内这么多同仁，绝大多数都是在府内，我们这边上班还是在新营有办公的地方。我们大部分都在新营，那这边就是渔港所，还有我们动保处有部分的人员。好，我们这边人员比较少，因为西北的这一方面都是农田啊，渔翁比较多，所以重点还是放在我们新营这边。OK， 好，局长就讲到那个重点部分。事实上，我们这边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都市化嘛， 对不对？ 对。那我们的农业局，您的服务的范围应该是以原来旧的台南县他们相关的农业行为比较多嘛，对不对？我都一样。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说我们局内大部分的同仁，他的一个位置点可能比较在旧的台南县府所在新营那边，所以说今天本会同仁谈到的台南兰花展国际兰花展 对贵局来讲已经是行之今年的重要的国际性大活动了嘛，这个没有错嘛，是从过去台南县时代一直到现在我们变成院辖市。那我要请教一下局长，这个兰花展你们有没有做一个彻底的检讨，针对这一次在所有的网络讯息里面看到的评语，除了赖清德市长觉得做得好棒好成功，在这边跟我们口头报告的时候，市政报告的时候说的那么样子的这个洋洋洒洒的自我标榜感觉良好以外，我们没有听到民间甚至厂商对这一次的国际兰花展有任何好的评价。那我要请问贵局，你们有没有做内部的检讨？这个检讨哈，我们都持续在进行，因为整个兰展哈，经历了那么多年，哈，经过那么多年的这个办，那如果说民众的这个新鲜感消退，那当然我们就必须要注意。局长，对不起，
什么叫做民众的新鲜感消退？意思就是说没有创新。对，所以是你们没有创新嘛？怎么叫做民众的新鲜感消退呢？我们也会新鲜感消退，是个人，我们就会有一些习性上的一个喜新厌旧。那该创新的是你们服务的单位嘛？没有错，对不对？你们服务的单位不但是没有创新，而且表现比过去还要差。那你怎么能说民众的新鲜感消退？我想这个哈，这个在网络上的啊，这一些我们都会深切的来检讨。但是因为在整个兰花产业界方面，哈，那么我们一方面是业界的意见，一方面是消费者的意见。那他们这些意见哈，当然我们都会把它收集，做一个全盘性的一个检讨。光是一个所谓的大家去争相拍照的兰花，后来发现它是赝品，这个事件你不觉得就是贻笑大方吗？我再跟议员报告一下，因为也利用这个机会来澄清。因为今年这个猴子兰从国外进口，那植物的一个特性它如果说我进口来了100株，但是不全染那个它通通会开花，或者它因为开花了以后就卸掉了啊，所以在这样没有的。你们回应本会的疑点的时候，你们从来就不是一个虚心检讨的态度，你们都是为自己找借口找解释。刚刚身为一个专业主管单位，他猴子兰什么习性你们应该非常清楚，清楚，所以你们应该怎么样呵护它，怎么样栽培它，怎么样保存它，让我们台南乡亲也罢，全国乡亲也罢，看得到我们心向往之的兰花的高贵大气。可是你今天的讲法是说不能怪我们，是因为它的习性如何如何，这样子是说不过去的。你们的回应从来就不是愿意检讨，下一次已经犯错了，是假花，我承认。我下一次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是不是应该这样才对呢？我要说明猴子兰它的花期。那你们干嘛挑猴子兰呢？但是你们如果你觉得他那个花期是让你们不容易一路维持的，你们为什么要挑这样一出兰花让自己打自己的脸，让人家发现你们是赝品呢？不是，我现在是这样讲了哈，因为猴子兰是因为是红猴脸，所以业者他进口来这些然后再去做行销。那这一个今天呢，我们有接受到外界的一个意见，他们认为说你用真的还有用花把它放在旁边，那这个可能会导致人家误解，那我们都立即改善了，我们都不假花是事实嘛，局长，假花是事实嘛，竹枝应该是真的啊。这什么话？所以你是真假来混淆哦，鱼目混珠哦。你什么时候其中有一个是真的，这个是假的？这样子可以接受吗？不是，在现场都有标示的很清楚。什么叫有标示？我们就不应该用这样子的假花，在一个所谓的国际兰花展里面，让人家能够指指点点嘛。它叫做国际兰花展，是展现我们台南乡亲这么高超的种兰的能力。结果你弄个假花，那我们种兰干嘛呢？我们农民要干嘛呢？通通去做假的嘛。就像我们以前做的各种包， 我们也是假的。我们为什么要智慧摆那个财产权呢？局长，没有关系，这个题目到这边，就说明年不会有假的了，好不好？对，很简单嘛，不对不对？对，我们都不满意这个假的东西嘛。对，民众的意见我们都接受。是，好的，局长，您吃不吃猪肉？我吃猪肉。你吃的量多不多？跟牛肉比，有些我们台湾乡亲不吃牛肉，您吃不吃牛？我吃牛肉很少，吃猪比较多哈。比较多。那我想你不可能不知道，猪肉如果我们要让它快速成长，我们如果要让它颜色看起来鲜艳美丽，它需要注射。美国人他们创造很多新鲜的东西，让这些本来是自然的东西变成这个历久弥新不会腐烂，
颜色看起来鲜美如花。 OK， 局长，您对进口美猪，身为台南市农业局局长，进口美猪今天本会的民进党籍议员说绝对会进口，那我没有听到你们嘴里针对进口美猪，先告诉我您觉得会不会进口。 我想在整个国际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的这个状态下，所以会吗？我们可能要这个拒绝不进口，这蛮难的。那以前赖清德到台北去闹是闹什么？闹 gay 哦。以前这些民进党立委在那边讲是什么什么没有良心啊，国民党怎么样沉沦啊，怎么样，那都是假的吗？那你的意思是说，那以前他们都闹错了，我们挡不掉了？难道过去挡得掉，现在挡不掉，那表示民进党政府无能喽？不是，时空环境改变。什么叫时空环境？唯一的改变是你们执政嘛？哪里时空改变？他那个所谓的毒药继续在里面嘛？哪有改变？改变了什么？那个叫做什么莱克什么？那叫什么？你讲清楚。莱克多巴胺。莱克。多巴胺。莱克多巴胺，对不对？对。这个东西还是这个东西，美猪以美国要进口给我们的，它是对台湾人欲取欲求，它进口到大陆没有瘦肉精，到给我们台湾人，它现在叫做瘦肉精。以前的民进党政府，包括赖清德，他是怎么说的？包括我们现在一堆大立委是怎么样去抗议呛虾的？所以局长，如果民进党中央政府要灌给我们台湾人吃含瘦肉精的美猪，你的看法是说，怎么帮忙我们台南人面对我们的健康被强害，我们该怎么处理？我们是WTO 的一个会员国，那当然这个WTO 所定的一个规范，我们势必要遵守。不要拿那些国际组织来那个，很多国际组织也是美国掌控一切。现在说过去为什么贵府你们的大市长他能够抗议美猪美牛？好，再给一分钟。马上口径通通改了，因为我们要加入国际组织，因为我们是会员国，所以我们要遵照规章吗？那我们台湾人的健康呢？台南人的健康呢？还有关键在于我们台南很多都是农业的，对不对？猪农相对比例绝对比台北市来的高吧？那我们猪农的权益呢？是逼着大家都学了美国人那样子去把一些毒素种进去，然后比廉价，比色泽鲜艳好看吗？局长，你告诉我，如果你们的蔡英文大总统马上就要上任了，进口美猪的话，我们台南人要怎么因应啊？我想我们台南这边那么所养的猪大概是一年有57万多头啦，那基本上大概我们可以就是自给自足。自给自足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带着我们大家说，鼓励台南人不要吃美猪，对不对？也就是说让美猪不要进到台南。好，下一位议员，我们请李维运发言。感谢主席，我想要请教方局长。方局长，你过去担任真久的公务人员的时间嘛，我看你的经历，你第一份工作是伫即个台北市做市场的管理员嘛？应该是，我本来是伫迄个关内县的建设局。好，我看你的经历上面有曾经啊，又到台北市。好，那曾经啊，你伫遐偌久？我伫遐都两当外，两当外啦吼。啊，所以你对市场传统市场的看法是啥物？传统市场应该是安尼啦，就是说，因为过去吼，就讲其实早期，就是说，年纪较大，拢希望讲去市场吼买一寡较新鲜的啦吼。啊，当然最近迄个
整个环境改变以后，我现在说大卖场超市慢慢兴起后，市场的生意其实受到一些波及，那市场有一些这个软硬体的设施其实跟大卖场比起来还是比较不好。大卖场它的兴起影响了传统的市场的一个营运，那我想请问局长，大卖场有法度完全取代传统市场吗？应该是不是不没有办法完全取代，没法度完全取代嘛。是，但是有一些部分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在大卖场买得到，在大卖场买得到啊，但是有些拜拜的三星不一定买得到 啊，所以就是讲熟食不一定买得到啊，对不？鱼啊真好的鱼啊，不可能买得到啊。哦，所以那是传统市场的优势嘛。所以咱金发局主管的市场的业务，应该想办法是帮助这些传统市场来转型，安尼唔才对。我有看到你有一个中长期的计划，我想要先甲你请教吼。这个我们有一个计划，在传统市场或公有市场要建 WiFi 的热点，这个计划进行了安那？关拜的热点，是说你是说透过？WiFi 的热点呐、啊，应该是 WiFi。这你家己的计划，你哪会不？WiFi 的热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好，现在哪几个市场有 WiFi 的热点？对，现在就是说，因为比较我因为可能心急哦。好，把给局长请坐，副座来。报告了，目前传统市场有的部分有建立 WiFi 的那个发送点的话，已经有不少市场了哈。不少市场是几个？这个我回去查证一下啦。回去查证，那是你的中长期计划，你竟然不知道。啊，有什么东西准备设 WiFi 的据点？主要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吸引一些年轻的客群进来了。他进到传统市场来以后，他要去收取相关资讯的话，比较方便啦。比较方便嘛。是。啊，另外，恁的计划内底就是写着讲，恁希望协助传统市场这些摊贩。当做网络上的行销，或做网络上的一个平台嘛，是可以买卖东西的平台，没有错嘛，对不对？所以我想请问副座，那你这个计划从104年度开始，要到107年度，那刚才你这个据点没关系，吼，几个市场有不知道也没关系。那我想请问你，这个经费花了多少钱？因为吼那个整个 WiFi 的建置主要是分享器的一个建置，花了多少钱？你只要跟我说花了多少钱，我当然知道 WiFi 要怎么建置。这个我回去再查一下。你也不知道？刚有人知？会计室，会计主任摇头，唔知呀。拢无人知嘛？好啊，无紧。啊，我这希望你资料下晡当给我啊。是。但是我想要甲这个。负责清稿吼，咱开钱或许是花了几百万去建设这种 WiFi 的据点，我们洋洋洒洒写了很多预期的目的。那我想请问，104年度做到现在，您敢有去评估过有几间摊贩因为你建置了这个 WiFi 的平台，然后他可以有办法？把他的东西，把他的蔬菜，把他的鱼，把他的猪肉，把他的牛肉，有法度会当来甲包装去这个网络平台贩售，敢有？您敢有去做过评估？目前吼、有行在网络上行销的摊商哦，原则上都属于年轻一辈的吼。然后他主要也不是透过市场本身建置 WiFi 的那个系统来处理，他们没有错嘛，会架设。他们本身一个销售的网站，没有错嘛，我们是辅导他去做这样子的行销。好，那所以那这跟你的 WiFi 的目的又冲突啦、是摊商本身自己年轻化，他有能力去建构这个购物的平台嘛？你的讲法是安尼对不？当然，我们 WiFi 是说，你敢有协助其他的这个摊贩，还是讲你建设这个有 WiFi 据点？我不晓得 WiFi 据点你们设在哪一个市场。假设，比方说是金华市场，那如果金华市场您敢有协助金华市场这些摊贩，还是协助这个金华市场的这个管理委员会，有法度建立一个，比方说金华市场的 APP 或金华市场网站，让这些人真清楚，我去金华市场会当买到啥，您敢有安尼做？本身这样子的
行销策略在我们市场处那个网站已经有架设各个市场的一个介绍，包括它的名摊、它的特色摊都有介绍，没有针对个别市场，通通放在市场处那个网站里面。那是你针对网站上的介绍吗？是，没有错嘛。那所以我现在回过来问你说，那你为什么要设这个 WiFi 啊？那因为你 WiFi 的建立，有多少年轻人因为你 WiFi 的建立进入了传统的市场？因为主要是说提供一个网络的一个平台吼，让进到市场的摊商。所以就是照你这样讲，就是对流行嘛，有折的好嘛。应该也不是这样子，我们主要是吸引年轻人进来啦。好，阿伯你负责拜托你资料款好，下晡嘛是同款。有因为你这个 WiFi， 恁敢有去做后续上这个政策的评估？因为你设这个 WiFi 设在倒几个市场，倒这个市场，因为你 WiFi 的这个设立，所以他进去那个市场，不要说年轻人啊，只要是有提升这个市场的人潮，把你苹果的资料提给我，好不好？好。啊，所以我想要请教吼，副座，从局长就任以来，到您担任副座，现在准备可能要代理处长，这段期间，您总共拆过几个市场？目前为止吼，除了东源市场，因为没有整个功能，然后已经把它拆掉以外，其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拆掉其他的市场。啊，新营呢？新营还没有拆。下营呢？哦，下营那是民间，他那个下营上帝庙他自己经营的市场，不算在官有市场的范畴里面。啊，您准备要拆几个市场？目前有要执行的，大概有主要有麻豆四市市场。然后，那新营市必须等到整个租计划完成以后，才会有后续的。那东区的重委嘞？东区的重委那也是民间他租地，不是也不是市场处这边去执行拆除的。啊，您刷嘞要停止甲几个市场要停止租约？目前有停止租约的有，台南市那个观光城碳棒集中厂。观光城，听过无？那是这个约期届满，是观光城就不再继续予以跟他续约了。是你们不要跟人家续约吧？是我们这边应该不是人不爱跟人续约吧？经过我清楚，经过考量了哈，因为那个市场它本身有它的相关的问题在，我认为不适合再跟他继续续约。还有健康市场嘛？健康市场是恁说了想要做公园嘛？不，健康市场是以前。那个上次那个约期在都市计划变更之后，然后你们约期到期，你们就不要跟人家续约嘛。是103年就没有续了，系嘛？啊，今年都是观光城嘛。是。啊，耍了小北嘞。小北本身就跟市场处、台南市场这边就没有约了。本身没有约。对。那为什么他们在那边？他们想要跟你续约，你们不要啊？当时吼在县市合并之前，台南市政府就一直有跟他们在做沟通啊，希望他们。您跟我以合适的方式把这个土地租赁契约签下来，可是他们摊商有他们的考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签约。那他们如果现在愿意跟你签约，你愿意跟他们签约吗？必须看整个条件怎么样啊，还是要在合法合情的范围内才能跟我签约。当然是在合法合情的范围内啊。我想要跟不管是局长还是副座沟通一个观念，你是市场管理处，卖加一字。不要变成拆市场管理处。在我们台南有很多传统市场，或许它因应了时代的变迁，面对了很多的挑战，但是希望您可以善尽职责，不是说对时代流行一个 WiFi 我就把它设在那里，所以我就要后续追踪，我就要做什么，对时代流行凊彩做做的，但是你遇到市场实际上的爱应该管理的时阵，爱辅导因转型的时阵，恁找到机会，就要甲停止租约。好，再给一分钟。恁遇到机会，恁就要甲停止租约。你们遇到问题，你们就想办法把它收回来，甚至想办法要拆除它。啊，这样子你叫这些传统比较基层的摊贩，因要何去何从？我想请问副市那个。副座哦，比方说健康市场现在已经决定未来要拆除，那请问这些摊贩，你们有跟他们沟通过，要协助他们要安置去哪边吗？你们有没有做？其实，在这个
过程当中一直有找我们邻近的市场，包含有空部位的空摊位都辅导他们是不是能够进驻了，只是说他们摊商经过他们考量，一直都没有对市政府这边做正面的回应，所以他们都没有进驻到这个市场的空摊部位来。所以我想哦，这个时间有限啦，我下晡还要跟你问，所以再拜托哦，局长也好，副座也好，是不是针对传统市场协助因转型啦？不是误掉伊。有问题就想办法要甲停止租约，无着有问题就想要甲收倒来，无着有问题就想要甲拆掉啦。局长，甲你拜托好无？好，谢谢。那我们早上的议程就到此结束啊，下午两点再战。两点。